好，各位请就坐，请保持安静哦。还没有用完餐的，可以继续用餐，没有关系，好不好？好，那我们接着请郑天才委员六加二。好，谢谢。有点冷哦，刚好就好热。主席，各位，我们教育部的部长及所有教育部的同仁，以及各大学校院的校长，有请我们教育部的部长。部长请。郑委员好。部长好。好，我们上一次在行政院在立法院院会施政质询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延汉大专学生的出在学历的落差今天这么多我们大学校院的校长也能够一并的了解这个我们整个延汉大专学生出在学历的那个落差高达33.21%。部长，这个是不是很高？落差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看这个延汉15岁以上教育程度的落差也是高达21.59%，就是22%的意思了这个落差是不是很大？好，这么大的一个落差。教育部如何有效提升原住民族的教育程度，缩短这个延汉的落差？教育部到底有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是我跟委员报告因为委员长期在关心这样的议题包含在总咨询也都跟院长这边有随时的来关切那么对这部分，我想除了在我们相关原住民族的整个教育不管从基础的国民教育到大专的这些学生的资源体系我想这也是委员当时一直有在提醒跟关注的。那目前确实是希望能够在这些几个面向包含在预算的反应上面能够来逐步的把这个落差尽量能够再拉近。部长，如果我们从你就是下个年度我们今天谈的下个年度的预算来看的话，是完全看不出这个国家尤其是教育部对于原住民族教育的提升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规划，目前是看不出来了。部长，这个部分这个希望部长可不可以会同原民会跟相关的专家学者来提出一个规划的方案，提升的方案，可以吗？是，我跟委员报告我想刚才委员所提到相关的这些有关在原住民族的教育，我们跟原民会来共同在做更多的会商或邀相关的学者专家来做讨论，我想这个我们一定会来做后续的接续的处理那当然在整个106年的预算上也确实有投入在这些除了基础的生活经济上的照顾之外，那其实对从部长实验教育等等的面向其实是多有相当投入，所以明年增加的预算有4亿之多部长，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召集主席召委好像有说会另外安排嘛是不是到是当在那一次那一次的一个报告里面能够特别提出来当然这个牵涉层面很广从这个学前教育幼儿园一直到这个国小国中高中当然还包括大学更重要了今天这么多大学校院的校长，当然还有其他的家庭教育亲子教育都有了所以你要做一个整体的也不是只有高教师或是国教师或是国教署
你这整个要教育部要动起来啊，要一个整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计划了啊。好，这个上次哈，我们就讲大专学生哈，大专校院哈，大专校院的部分，这个我6月21号跟10月14号分别两次啊咨询行政院林前院长，也同意由林政务委员来协调教育部及研明会，当然会包括大专校院了。请问一下，这个部分目前的进度怎么样？是，跟委员报告哈，在上次委员在总咨询时啊所提出来，那也确实院长也只是由林万益政委啊来邀集。那在本月16号哈，就上个礼拜，礼拜五啊，那林政委这边有邀集本部跟研明会来共同再一次的更深入的协商哦，针对照顾我们原住民族学生的这种方向上的这些的考量啦，包含各级学校教育阶段的就学意愿，有怎么样的一个有结论了吗？目前这个第一次的这样的讨论哈，那这个行政院政委这边呢、啊，是希望我们在整个有关鼓励大专校院所建议的这几个类别的学系上，能够踊跃再来提供，是不是可以像委员所谈到的，倒不是全面的增加5%哈，因为现在有一个供需之间啊，发现原来2%其实还有很多是不是那个部长你就弄错了，到现在还在讲这个就不应该了，有很多科系我们不会去念嘛，所以你不要去念那个。那个师长不要提供那种整体的数字，这个是错误的，对不对？你那个我们不会去念的，你提供出来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哦，好不好？部长，是这个数字你不要再去谈了，那个我们很清楚。好，我们看接下来哈，这个106年度啊，教育部啊对于大专校院原住民族的学生的资源中心呢、啊，编列了这个啊。3755万元，啊，比105年度多了3655万元，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要好好的规划，哦，要好好的规划，这个整个规划的一个构想可不可以，啊，会后提出来？好，这个我想详细再给委员，但委员也是了解，因为也是委员之前在关切，我们很多原住民的学生，在大学的这个阶段呢、啊，是需要有更多的支持的协助的体系啦，哦，所以这个经费的增加，也会应用，目前大概会可以到将近80所的学校哈、哦，我们来规啊，像细部的规划再提供给我们来做参考。哦，对，在规划的时候啊，要特别考量当初《原住民族教育法》明定哈、哦、这个第18条的一个条文的目的哈、哦，这个、目的很非常清楚哈、哦，就是因为我们原住民族的大专学生在念大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很多适应的问题，有很多学业需要加强的问题，所以他特别明定，啊，辅导其生活及学业哈、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啊，这个部长，是不是过去已经做的哈、啊？过去研明会也有在做嘛，包括你们教育部也有在补助，是不是可以把过去就过去，但是我们要检讨嘛，把过去已经成立的原住民学生资源中心啊，能够把他们的一个他们所推动的所做的相关的项目，可不可以提供？好，这部分我们来整理哈，那新的年度也会来在检讨这种基础之下，再来做一些整个扩增学校可以有更多的办理。哦，这个要提供哈，是，然后就是地方政府、啊。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5条啊，它是针对地方政府，啊，它要设立这个民族教育资源中心了，啊，民族教育的资源中心，来支援辖区内或邻近地区的各级一般学校的民族教育，啊，这两条条文呢，第15条跟啊前面的这个啊第18条，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设立的目的，啊，然后它设立的对象也不同。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要啊，特别督促啊，督促地方政府啊，对，针对第15条《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5条的部分，特别针对地方政府
啊，这个部分也请这个教育部能够提供啊目前的状况啊，好不好？可以吗？是。好，谢谢。我们接着请黄国昌委员6+2。谢谢主席，麻烦有请部长以及台大杨校长。方委好。方委好。哎，部长好，校长好。我想我直接切入啊正题，这个是上一次蒋伟宁前部长涉及论文造假事件了、啊。的整个流程，那最后我们的蒋部长知所进退，辞职下台。针对这一次啊，所发生再一次不幸啊，论文造假的风波啊，部长你认为应不应该用相同的标准来看待、来要求，还是上一次的标准啊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太泛政治化了，我们这一次啊要避免上一次的错误。是跟委员报告，因为在有个案的论文遭外界质疑的时候啊，那教育部已经即刻的请台大启动有关违背学术伦理的这些整个调查。你做了什么？你不用跟我讲，请你针对我的问题回答，我的时间非常的短。是。跟委员报告，学术是不是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还是上一次的标准是泛政治化？我们这一次不应该重蹈覆辙？我的问题只有这么简单。是学术违背专业伦理的这部分，应该还是要回到专业客观深入的调查，这是目前教育部绝对会贯彻的态度。所以上一次要求蒋部长辞职下台道歉是错的嘛？对不对？这我比较没办法评论哦，我只是不是 啊，我现在。只是问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标准嘛？没有关系啊。那个现在再请杨校长，校长，王委员好。陈培哲院士说这已经涉及诈骗了，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说？本人未涉及造假，我愿意坦然接受调查。现在你四篇论文分别有被。提出来嘛，在你的声明里面，你有一篇一篇啊做回应。来，我现在只先看啊，2006年啊，这个在 Sales 发表的这篇文章啊，您列第二作者，请问你在这篇文章当中的 contribution 占20%？整个的研究是利用我一系列的肺癌侵袭转移的细胞株，跟我建立的癌转移的模式，才能够衍生去做。这个他肺癌相关转移，这个我了解了，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也是学者出身，我知道嘛，跟人家合作文章，到时候要算分数的时候，每一个人的 contribution 是多少，上面要按照规矩写得很清楚嘛。那我现在只说你在提交给申请各个奖助的单子里面，你在这篇论文你的 contribution 写20%？我没有特别这一篇没有提交任何的补助，从来没有。你们这一篇论文我看吼，国科会大概有三个计划补助，经济部也有，然后台大医学院也有。因为我自己当过学者，我知道、跟人家合作著作，你的 contribution 是20%，上面要写得很清楚啊。还是台大没这个规矩？因为我们在中研院论文提交上去，到时候20%上面都要写得很清楚啊。你在这篇论文的 contribution 占20%？我要回去查一下，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事后提供给本委员会？就现在哈出示的这四篇文章，每一个作者所设的 contribution 到底是多少？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客观的资料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会请。没有校长，我很尊敬你啊，我现在都没有说你涉及伪造变造，因为我知道你觉得你很委屈嘛，那是另外一个作者他涉及的风波嘛，他只是说现在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仅在学术界，
甚至整个生意界未来的发展可能都造成相当大负面冲击的影响。所以我要跟部长还有校长分享了一个观念，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的越公正不阿，最后的结果才会有社会上面的幸福度。要不然大家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一年领的国家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补助在做这些研究，结果做这些假的东西出来，自己关起门来做调查，社会上没有办法相信。我相信对未来的科研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啊是非常大的。来，校长，你知不知道说针对于医学的期刊要求作者共同遵循的准则有四点，知不知道？知道。其中哦，就 final approval of the version to be published， 最后现在我刚刚讲的你挂第二作者的那篇文章丢出去以前有没有得到你的 final approval？ 我有看过。 OK， 好，第四个部分，对于这个作品在所有的层面上必须要去确保它的 accuracy 还有它的 integrity， 这件事情你有做到吗？对我 contribute 的部分，对于其他的部分呢？对，现在哦，校长您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的部分你负责，这个我了解。但是我现在要质疑的事情啊，是说在这个 journal 上面所提出来共同作者的准则跟你今天大家讲的内容似乎有一段程度的落差，所以我为了不要造成误会啊，我才把这四点写得很清楚列在上面。校长，你觉得你参与的论文有遵循这四个准则在做吗？当时我确实有很努力的去看，但是我没有办法看出那个图有问题。 OK， 好，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我现在先回过来啊，问一下部长跟校长一起回答也可以。蒋伟宁的事件在发生了以后，那个时候的政府答应大家针对共同作者的规范必须要去定一个准则出来，请问那个准则定出来了没有？我讲的问题在立法院公报里面都有白纸黑字的记录，我绝对不会捏造的啦。这个准则定出来没有？不知道说不知道。跟委员报告，这个不行，我还不是很清楚。没关系，会后提供资料给我好不好？因为每一次出事情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风波，新闻炒几天，那后来是不是有按照上一次所犯的错误认真的去检讨？根本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追查。人家期刊上面共同作者的行为准则上面规范的很清楚， 我们的教育部也好，科技部也好，每年花这么多钱去 sponsor 这么多的研究，这当然都是好事啊。但是问题是说在整个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它的 integrity 如果遭受到强烈的质疑的话，这个会动摇整个科研啊的基本。我这样说部长你应该赞同吧？同意。好，所以事后去查出来，从蒋伟宁的事件以后到现在到底定了什么样具体的规范啊，提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那第二个部分啊，是如果查证有违反学术伦理的话，会追回所有的奖章跟奖金。这个新闻的报道，部长跟校长是不是可以再承诺一次？是，我跟委员报告。那么因为现在是由台大来做这个，我了解。最后调查出来的结果呢？这个结果教育部还是会严谨的再去做复审的这个工作。如果查证确实违背这个学术伦理的规范，我想教育部当然会依照这个部分啊来做后续的责任的处理，包含相关过去的这些表彰啊，给个人的这些讲助补助，我想这当然一定要追回。主席站起来，再一分钟就好了啦，就是那个校长，请校长先请回。我一直非常关心教育部在校园里面反毒的推动。我在教文委员会的时候针对这件事情我有提出过质询，财政委员会一次，教文委员会一次，总共两次。但是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呢，你们在办理有关于学生药物滥用的经费预算的编列就是超去年的，不管是内容还是金额一模一样。
你们现在对于有关于校园的反毒成效的评估，你们到底有什么新的思维跟新的做法？还是认为前政府做得太成功了，新的政府决定要萧规曹随，连编预算的时候也是抄前朝旧政府的预算？教育部真的有认真在看待这件事吗？是，我跟委员报告，学生滥用药物其实不只是我们在做宣导了，更重要是在整个学生没有嘛？现在我的问题很简单啊，是，就是你现在编的预算跟去年一模一样，我应该没有讲错吧？跟委员报告，我们是投入更多在专业辅导人力上面的经费，那是多达几亿的费用，我想这个可以详细给委员看。好，你会后还是要从源头来协助他。这个我都了解了，是是，你们在校园里面反毒，我100%都支持，正是因为支持啊，所以我看到你们预算编成这个样子，我非常惊讶，就超去年的预算额。新的政府对于校园的反毒防毒有什么样的新的政策作为？再麻烦部长会后提供书面资料给我，好不好？好，是，好，我们一并投入的人力资源各方面也会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接着请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我们请高露委员。10+2。谢谢主席哦，有请部长。部长请。委员好。部长好，我想部长非常清楚，本席从一上任以来就一直在强调，希望教育部从多元尊重以及自主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推动民族教育，以及多元落实多元文化嘛。这样的政策推动，它不是只是针对原住民族而已，还有针对其他不同族群，甚至是全体的国民。那我想，教育的落实最主要的，跟这个前几天所发生的这个国会的这样一个状况非常的有关。当我们每一个人懂得尊重每一个族群的时候，就不会脱口说出还纳这两个字了。那我想哦，原住民族其实会很不舒服很久，但是呢，是因为这是在国会殿堂以及公开的媒体挑动原住民族的神经。因此呢，本席希望在教育部这边能够真正的去推动我们现在的多元的这个教育的个文化，以及这种自主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道理很简单，即便在 P 这个是什么 ESPN， 他只要提到 Chink， 不会只是林书豪跳出来讲话，而是亚洲的华人都会跳出来讲话。我想华纳本来就是一个歧视性的语言，希望未来不要再发生了，希望从小就能扎根。那再来有关于这个民族教育的部分，本席还是要非常感谢部长，就是有关于民族实验学校的开办费终于下来了。那当然现在已经11月了，我们这个学期过了一半，但终究这个经费还是拨下来了。不过部长，我看你们的报告里面所提到了有关于人才培育计划的部分洋洋洒洒写了一堆，但是写得非常抽象。本席会在想说，您对原住民人才的培育的想象，以及这样的一个蓝图是怎么去规划的？是跟委员报告，我想在原住民族的教育里面尤其是原住民孩子其实他也有非常多的这种优势那因此在整体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希望能够在实验教育当中能够特别包含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教材，还有包含给的资源主要也是希望，我想就是用一般部长能够简单的回答。那我简单再问就是本席在两个礼拜前曾经有提出一个临时提案，就是针对原住民人才培育，其实是偏重几个学门。部长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提案好，那其实这样子是对原住民族的发展是不利的，希望政府能够重视。那您认为，就是透过民族教育，能不能解决这个人才培育的问题？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更基础性的工作了，因为过往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把原住民族的孩子的教育跟其他的其实是比较等同视之。这个在
整个发展上我是认为不足，因为之前在地方政府服务啊，我也很深刻的去接触包含到部落的一些文化，那这当中让孩子可以更深刻的去认识自己的这个族群的文化，以及在这里有本席，他们愿意建立起这种对族群的在后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个热力啊，是在后续的发展里面，我认为是非常关键哦，是非常关键。好，本席再进一步的哈，再说明一下，就是说，除了就是政课以外，像文化课、主语课、公益课、唱歌跳舞这个哈，其实不是本席所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民主教育。怎么说呢？我举例来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既有的传统智慧已经可以透过民族教育的体系来培养，在纽西兰毛利族的这个毛利教育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除了语言、记忆、健康、艺术、航海这些毛利的文化课程，他们甚至可以发展气管、资讯、农林管理，甚至教育跟社会工作，以及这个民族原住民族的知识的应用。那也因此呢，我们希望就是不管是现行的这个实验教育跟未来的这样一个民族教育，都能把原住民的文化转换成科学现代知识哦。那么而且呢，课程跟教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还有一个叫师资。那人才培育本来就是要跟我们未来所要去推动的民族实验学校来做结合，那我们才会希望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结合能够去创造人才培育的发展。不过呢，不管是教材，不管是课程，还有加上师资，在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个预算能不能长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请问一下部长，我在这里看到106年有编新增推动原住民族实验教育学校跟实验教育专班1.97亿，那么未来可不可以年年都有？是，跟委员报告，我想原住民族教育的编列啊，也依法来保障，这个依法保障当然就是一个可以比较更持续性的，那以今年为例所增加出来的4.11亿啊，也在原来的1.9的这个基本的以上，那投入在刚才委员所提到的这个1.97亿的面向里面，也正是会持续的朝这方面来稳定的支持，因为实验教育不会只是一年的。好，谢谢部长。那接下来有关于民族实验学校的问题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师资来参与，但是呢，现在有一个状况，例如台东县的卑南族的南王国小，他们是今年核定的民族实验学校，可是里面呢只有2个卑南族的老师，那其他不想做的老师他就没有办法离开。他只能留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出不去，因为呢，这里面只开一个缺额给学校，而校长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不晓得部长这边能不能协助他们解决呢？是，我跟委员报告，确实目前依照原住民族教育法，本来对在部落学校的原住民学校，就希望在整个师资至少要达1/3以上，那现在确实也遭遇到一点困难的是因为这些年的生源储蓄的减少，但是以目前教育部跟各县市确实如果有开缺尤其是在部落的学校还是以增原住民籍的老师为原则啦，我想这个部分因为最主要的就是你国教署登高一呼说要请这个有意愿的学校来申请民族实验学校，可是呢现在是配套措施没有做到。我们其实在花莲想要去推动一个阿美族的民族实验教育学校，都知道一定会遇到师资要去调动的问题，那这个部分能不能请教育部能够协助他们，让可以愿意来推动民族实验教育学校的老师真的能够进到这些学校里。是，我想委员这边是不是容许我们这跟教育处这边来多一些联系，因为如果学校老师的进出还是要有他一定的机制，但是一旦出缺，那我们能不能引领这个机制出来呢？目前是有协调的机制，但我现在说因为生源的减少，其实学校彼此之间的流动相较过往实在是比较限制比较大了，所以我刚才也跟我希望就是部长这边能够提出一个您的方向跟推动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好不好？好，好，再来就是有关于本席上任好像在4月的时候有提出来，就是有关于原住民专班的这样的体制，
进行盘点。那这里有一个长荣大学的案例，它的原专班第一届20人，第二届10人，第三届8人，你知道这一届多少人吗？请委员指教。第四届只招收4人，所以呢，因此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原专班呢，它可能要停办了，这是我所收到的消息。可是这个长荣大学它的评鉴是年年都过啊，那这个评鉴有没有问题？跟委员报告，我想评鉴它本来就有好不同的一些指标了，只是说这个生源的减少，刚才如委员所说的历年这样逐渐的减少，这部分我们可能可以再进一步。这里原专班不是说要办就办，说要停就停啊，这社会观感不好，希望就是部长这边能够去看看，能够盘点或者是监督一下，然后给本席一份报告。再来有关于原资中心的部分哦，原资中心是在原教法里面第18条，我想部长非常清楚。可是呢，本席从上个会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各个学校里面所观察到的，他们都在原资中心面临的问题，主要的就是有计划的钱却没有人可以执行哦，尤其是就像是可能是像政大这个状况，不晓得政大的校长有没有来哦。现在我在这边所提到的问题就是，政大好像没有原住民专班哦。哎，有政大的校长吗？校长，不好意思。想再跟委员报告一下，谢谢。委员好。校长，周校长嘛，是。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在这里面有关于这个原住民专班，您知道你们大学校有多少原住民学生吗？我们现在大概有150个左右。150个人，这在我网路上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因为你们没有公开哦。好，再来，有关于这个原资中心哦，这里面呢所看到的资料就是。原资中心的部分可能是因为校长是不是不太支持还是怎么样，所以迟迟到现在没有成立呢？好，那个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政大已经设立了，我们正式挂牌会在12月中，本来是这礼拜要挂牌，可是因为协调一些来参与挂牌的人。对，我这里要强调一件事哦，在我们的这个有关原教法跟相关的补助要点里头就有讲过，就是说当原住民学生超过100位就要成立原资中心哦。那刚之前有很多的委员有提到，就是原资中心应该要原住民的学生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的这个机制存在哦。可是呢，其实哦，我要讲的就是他们除了有这个补助的经费，却没有师资。这个问题能不能请部长解决？譬如说，我这里看政大的部分哦，侨生有454人哦，可是你们的侨辅却有3个专职人员哦。再来，成大哦，侨生有643人，你们有5个专职人员哦。那么，在任何一个超过100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学里面的原资中心却没有一个专职人员，成大是要老师去争取，那我们政大可能是学生自己来做，那不晓得部长 你有没有什么要解决的方式呢？委员报告，这个过往我们投入在给大学支持做研资中心的资源其实是比较不足了，所以这106年扩增到3000多万，这是很大幅的增加，主要也是反映刚才委员所提到，我们在106年会再增加到将近60到80所是在学校，那另外也会有区域的这个。这里需要的是在原资中心要有一个专责的能力哦，我想这个资源给学校，不是由学校的老师去兼任，也不是由这个学生来去辅导，因为原专班它原资中心它主要的任务是要辅导学生，协助学生，你学生怎么去帮忙学生哦，他可能同时都是要被协助的人。希望就是部长这边能够针对原资中心这里面的一个稳定，而且能够是有稳定的裁员跟稳定的人力，提出一份解决的方式，可以吗？好，我想这部分教育部会再做一个整理哈。那除了106年所增加的经费，我们也想在运作跟委员所提到那个人力的部分哈，我想我们再跟学校这边来做一个研商哈。
好，谢谢。好，谢谢。那个周校长，那个政大如果挂牌的时候，记得通知原住民委员，好不好？好，共襄盛举，好，不要漏掉一个哦。我们现在请徐增卫委员六加二。主席好，麻烦请我们教育部长。部长请。好，徐文好。哎，部长好，辛苦了。这个我们现在哦，校园的毒品以及霸凌，好，非常非常的严重，还有暴力。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啊，在105年反毒会议里面，只要他做总统的一天，毒品防治就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但是我们从我们的数据来看，94年好查获137人，到103年1700人，这10年间有12倍数的以上的成长，甚至还有很多的学校是怕麻烦的，所以干脆不报了。这些黑数，相信这个街坊上大家都知道，只有学校不知道。那像现在的台中市、台北市，还有内政部长。好，叶俊荣部长也表示，他希望来推动国高中学生健康检查时增加验尿和验血的部分，来杜绝校园毒品进入校园。您觉得这个看法，哎，这个意见您赞成吗？是，跟委员报告，我想对毒品防治的这部分，行政院各部会都会跟地方政府啊全力以赴哈。但对于说，在验尿跟验血这个基本上。还是要在一个学生人权维护的一个前提，也就是应该取得家长监护人同意来执行。我们每一年在做毒品的这个部分验血验尿的时候，部长都说，教育部也说人权人权人权，讲了10年了，12倍数以上的成长，未来是倍数倍数不断的倍数成长，现在的泛滥的程度。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了，这已经是动摇国本了。部长，我们还在讲这个部分吗？连内政部长他都愿意来推动验血验尿。如果要修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方案呢？让这个更有效率嘛？否则永远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边原地踏步。受害的是年年不断的孩子们，以及不断增加的所有的吸毒人口以及霸凌事件。您看看今年就发生多少的校园霸凌，孩子们受不了，被孤立，被言语的刺激，被鄙视，有的甚至跳楼，有的甚至采制裁的方式，有的甚至干脆不要到学校去了，逃学了。这些问题，部长您没有看到吗？是我跟委员报告哈，以现在学校包含通报有这个吸毒染毒的这个现象，其实那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的法律责任。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说，今天并不是用全面抽查的模式啦哈。如果说今天老师能够任何有感染毒品的孩子的精神行为的状况，这部分其实。一旦跟家长做联系啊，多数的家长也愿意来支持，但是不必然说全面的所有的学生一定要用全面。现在两个直辖市，台中市、台北市也愿意来做，内政部也愿意来推动。所以啊，部长，我们还是赶快来做吧，赶快来想想办法救救我们的孩子吧，好不好？请提出方案好吗？第二个，针对于本席啊。哎，不过刚才我们高路委员的提的本席给一个建议好了，我们原住民委员会有推动部落学校，在我们寒暑假的时候，在花莲就有部落学校，这个部分我们部里面可能可以跟原民会来讨论一下，因为其实在部落学校有很多都是资深的我们的这个退休人员，还有我们资深的头目耆老，他们在那里 handle， 所以是非常成熟的。在这里可以给我们部长一点建议。那另外就是本席哦，这个
不断的提出哦，有关于我们这个学校的活化的部分，还有我们偏乡的地方，我们这个体育产业如何去振兴的部分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花莲县曾经在104年，我们有提出了一个综合发展实施方案，就是关于我们选手异地训练的部分的设置，是要设置在我们东华大学的美伦校区，这个部分异地训练。好，还有另外一个，本席也因应我们东华大学希望能活化我们美伦校区，因为那里是现在是育成中心，所以本席跟经济部还有这个我们花莲高工以及花莲的高中职的学校的校长提出，未来将我们活化着育成这个育成中心成为产官学三方一起来推动的两轴两轨的这个路线，请问这个部分部里面您的看法如何？我们如何来协助东华大学来活化我们的美伦校区，让我们东华本部教育归教育，我们的活化美伦校区的部分产业还有我们异地训练的基地同样来进行，可以吗？谢谢徐委员，我想委员这部分针对东华的这个美伦校区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空间，是，那对这部分当然跟之前也在谈过，我们国训中心在东部也希望能够跟学校有一个好的合作机制，目前还在遇到什么困难吗？我想学校内部也需要他们在做进一步工作。那我们这有东华大学的校长吗？哦，是。跟委员报告，赵校长好。是，学校已经初步有陪同相关单位去会勘过，基本上我们全力支持看部里或。所以两个计划都可以同时来进行嘛？其实它是不违背的，而且是对美伦校区的活化嘛。是。是，好，谢谢。那另外哈，这个本席要非常的请我们的部长能帮忙哦，有关于我们这个棒球的部分。其实花莲乡亲曾有一个人中了台彩，所以呢，后来他举办的应该是第四年的台彩杯，为的是要振兴国球。但是现在您看到这个 PPT 是我们张泰山教练哦，这也是圆明会为了照顾退役的国手，每一年编列预算来支持，让他到学校去。担任专任的这个体育老师，棒球指导棒球，所以这个是原民会对原住民国手的照顾，但是我们部里其实还真的是需要对我们很多的体育国手，他退役以后他的生涯，重用他的优点和优势以及他的历练，所以在这里本席强调第一个体育。花莲是这个是强项，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发展跆拳，今年106年，花莲县有两个孩子，花工的孩子代表台湾去参加世界跆拳道这个世品试锦标赛，在秘鲁，还有其他的选手，因为花莲的这个训练场地不足，都要异地训练，以及师资的不足。也要外聘老师，好，另外现在花莲县政府还特别编列预算，为了鼓励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足球，所以国手女足的国手在花莲有4名是教导到学校去常驻学校去教导我们的这个足球，但是还是需要部里面的支持，县政府的预算是有限的。还好企业有支持，所以在这里是不是我们部里面可以用运动发展基金，或者是您编列常态性固定的经费预算来挹注我们培育我们的体育人才？是，谢谢委员，我想委员关切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教育部也在106年体育署的预算就是增编5亿元，
就是来做专任教练的临聘哦，主要也是希望能够照顾更多长期为台湾体育发展的这些选手的发展，也请委员大力的支持。您编列五亿元，请将五亿元如何去编列，可不可以给本席？好，是。好，那另外，因为本席啊，这个不好意思哦，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委员质询，不好意思。三十秒，谢谢。关于我们这个东华校区啊，我们有两个馆哦，就是一个我们的艺术馆，还有我们的人社馆。这个部分其实刚才本席也说，美仑校区归产官学好来做活化，教育归教育，所以在这里啊，请部里面啊要大力支持我们这两个校舍的赶快来新建，99年到103年要完工。但是啊，刚才其实赵校长是今年才来的，哎，他现在众矢之的这个众矢之的，这个身负重责啊，所以啊这个。千金万担都在肩上，还是要请部里能帮忙，好，帮忙协调一下，谢谢。好，是，谢谢。我想每个月都有召开这个会议，就希望能够行政上来做协助。是，谢谢。好，谢谢，不好意思，本委员会都有加时间，那你们后面还有解冻案，请各位委员把时间掌握好不好？现在请李坤哲委员，谢谢。6+2。谢谢主席，主席也不用担心，我控球蛮精准的，请下潘部长。好，部长请，部长请，好，谢谢。议员好，部长你好，我们教育部重要的工作，保障师生在学校有一个安全的教育环境啊，也是教育部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我们台湾是位于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那本来也是全球属于比较地震频繁激烈的地区，那在过去我们都大约可以看到，在15至20年之间呢，大概都会出现一个巨灾型的地震，所以预防地震对师生教育环境安全的冲击啊，也是我们教育部的重要工作。那不只是给师生一个重要的安全教学环境，那其实在地震发生之际，很多学校也都会作为这种收容灾民以及让灾民有暂时安身之处的一个重要地方，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校舍的安全，它的标准啊，本来就是要求比较高。那部长，我们在过去啊，98年到105年，我们大概编了301亿的预算，到106年到109年这4年也编了100亿的相关的这些老旧校舍的补强以及重整的这些计划里面。那但是部长，你现在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校舍需要补强或重建吗？部长简单说明一下。是，我跟委员报告，在目前我们透过资料库里面去检索出来，那当然这跟地方政府的做处理，未来我们所新建补强的部分还有1700多栋，以及需要拆除重建有246栋，就希望在未来106年到108年把这一部分呢，能够彻底的协助地方政府做处理，让这个其余的校舍的这个 CDR 值都能达到1以上。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哈。我们现在在目前有第一类的活动断层跟第二类的活动断层。那第一类的活动断层，周遭的200公尺相关的这些校舍的补强或者是重建呢，大致上都几乎已经完成。那第二类的活动断层周遭啊。大概还有190所的国中小，它的校舍补强或者是重建这个工作还没有继续的推动。这边就是要提醒部长，有关于这种致灾风险的潜在地区啊，必须在下一波的重建的补强的工作里面，要列为优先的地区。这个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是，我想校园安全尤其是一些设施。的部分教育部会列为最优先，因为它有包含一些地质敏感的地区，或者是一些异化的这种潜在的地区啊，这个都请部长要去做相关的整理。因为我们现在所建立资料库里面，事实上也就会把几个相关的因素考量进来哈。刚才委员所指教的这部分，教育部会在这个计划里面在后续推动。好，另外一个除了这些校园建筑的补强之外，我们现在校园里面也有这种地震的预警系统。那这种地震的预警系统在座有很多学者、校长，他们都清楚那种地震的预警系统在目前我们是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区域型的
预警系统，一种叫做县地型的预警系统。那县地型跟区域型的差别在哪边？部长，我简单跟你说明一下。我们地震啊，分成 P 波跟 S 波。P 波它是属于啊地震比较浅层的地区，它的破坏性啊比较弱，但是啊收到讯号会比较快，但是失误性也比较高。那另外一种叫区域型的警报系统，它主要是以 S 波为主 ，S 波是比较深的地层，但是它的速度比较慢。P 波的速度啊，秒速大概是7公里，那 S 波大概秒速是4公里左右。那我们的预警型的这种以区域型啊，在台湾目前是以气象局是以区域型为主，那日本它是以这种县地型跟区域型的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警报系统，所以在县地型，它收到警报非常快，大概5秒左右，你就会可以收到地震的这样的一个及时的警告。那相关于区域型的，大概要15秒之后。那例如台湾的又分为地震速报跟地震报告，地震速报又是规模5以上、震度4级以上用地震速报，那规模4以上、震度2级以上才用地震报告。那有时候都拖了好几分钟。那我们现在学校。教育部比较重视我们学生、学校师生的这种在地震第一时间的反应跟安全，所以也跟国家地震研究中心啊去研究县地型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系统。那这样一个县地型的预警系统啊，目前的设置还是有一些问题，它要分为主站跟副站，主站主要是测试它的地震的来源，副站是发布这些啊警讯的系统。那主站的部分，部长我要提醒你。桃园还没有，新竹还没有，到云林还没有，嘉义还没有，这是主站的部分。那有关于副站的部分，我们现在达成的比例啊，我大概查了一下，设置的比例，全台湾副站只有377个，但是我们的学校国中小总共有3400多所，那就是说我们设置的比例才只有11.6%而已，这个部分。我们教育部每年大概只编了2000万的经费，在做这样一个地震的预警系统。那县地型的是非常的快速，让学生第一时间能够知道这种地震的一个侵袭。那部长只编2000万够吗？每年只编2000万？是，跟委员报告，谢谢委员来提出哈。确实，以目前地震的反应的时间，其实常常关键的。这种师生啊，安全是不是能够即刻哈、哦？所以以目前的执行的进度太慢了，所以我也跟国教署邱处长哈、哦，请国教署这边预计在107年能够把这个所需要的经费啊，能够来反映出来哈、哦。目前我们出估大概应该要将近3亿左右，才有办法把这个进度拉上来。那这3亿你们要怎么编列？我想会在107年来反映，在107年来正式的编列是。是。那在目前，我想就不会像刚才委员谈到一年用1000-2000万的速度。所以部长，我要提醒你，就是说我们在于地震校园建筑的补强，在过去的8年以及未来的4年，总共编了401亿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在做补强。那我们现在已经要进行到第二阶段，就是说，就是有关于第二类的活动断层相关周遭学校的这些补强或者是重建。那有关于这样一个。建筑的补强跟校园的预警啊，其实是要搭配而成的，然后让学生、让我们的师生在第一时间有一个啊，能够更快速的反应。所以说，部长，我们相关的这种预警系统的设置速度太慢了。我认为啊，一年编列2000多万，应该要大幅的缩短它建制的期程。你刚才讲107年，我认为部长您要提早了，我建议那。也要检讨这种主站的设置是否过少，以及啊，全台的学校啊，要没有那种地震侦测的死角，这也都是教育部重要的工作。那短期之内，我也具体建议部长啊，我们应该要优先针对需要耐震补强跟拆除重建的学校啊，要优先安装这种县地型的地震的预警系统，以及啊，其他位于活动断层处、地质敏感区。土壤异化高潜势地区啊，也应该要优先设置啊，请部长加强督促。是，我想朝委员刚建议的方向来努力哈、哦。是，谢谢。谢谢，控制很好。好，谢谢，请孔文吉委员比照办理。好，6+2，谢谢。
好，谢谢主席。主席，我可不可以请教育部长哈、还有几个大学的校长，可不可以一起上来？好。台大的校长杨半慈校长，东华大学的校长赵涵杰校长，还有这个，先两个好了。好，我们两位校长，好，谢谢。委员好。好，部长，那个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国教署长也上来一下，好吧？国教署长，那个五二零之后到现在呀、那个本席提了一些我们偏乡地区的原住民族教育的设备，那是跟那个国教署有关的了哈，操场跑道也有，啊，教室也有。是。但是到现在为止啊，你们都还没有去审核吗？还没去审核是吧？是我跟委员报告那个国教署的部分，国教署的。就想要说明一下。对于我们偏乡原住民地区的国小提了几件哈，你们到现在是不是还没审核？是跟委员报告，因为在整个国中小的部分会跟地方政府有关系，所以地方政府必须要报计划。这个我觉得很异常呢。像那个像以前国民党执政哈，一年大概审核两次，到现在五二零之后啊。我现在沿乡地区的这些教设备、操场、跑道、体育署也有啊，没有一件审核的，没有一件下来的，是不是民进党执政之后，这个经费要一把抓还是怎么样？是，我们会请地方政府就相关的计划再做讨论。有的计划是，你现在十一月份你再不审核，再不核拨一点钱出去，那你这个怎么执行啊？是，了解，我们会把先送计划就先处理，嘿。会先做审核，那已经等太久了。好，所以部长，你这个方面你要督促嘞。你十一月你怎么核拨？还是说你已经核下去了？国教署的经费，我先谈国小教育的部分。是，我想这部分就如刚才邱处长所提到的，我也跟委员报告哈。今年五二零上任之后，其实我们连续遭遇了三个非常强大的台风，当时所编列比较属于急迫性的这些经费，其实应用在包含台东、屏东、高雄、台南。这些南部你不能说我这国教署的经费全部放在这个有风灾地区吧？那你说南投、新竹什么那个都不要吗？跟委员报告，因为国教署所编的，其实它的属性就是属于在紧急抢灾抢险的为主。那刚才包含我们之前国教署的经费完全都是抢灾抢险吗？不是吧？老旧校舍的整修，比如像在明年三年的180亿，那个是专案的。老旧校舍整修也是每年都有的啊。但是明年所用的规模大概一年平均差60亿左右。啊，那个先回去，那个我现在只是说你把那个你们审核的。是是，好，我想这部分我请邱处长赶快来，做这方面的后续联系。好了，我先请一下台大哈，台大的校长最近是出了一点事情，但是我关心的不是在那个地方了，论文那个事情了哈。好，谢谢委员。好，但是我要肯定哈，台大农学院的院长，啊，那个徐延泰院长，他就。针对信义乡那个五四家族那个传统领域那个土地啊，那确实台大是有做到。那本来在前不久前，他们要跟布农族的乡亲要到那个传统领域的土地啊，那个你们的院长去了，我那时候没空，我没有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本席这两三届就是在教育委员会哈、我一直争取的，但是现在有一点眉目，而且有进展到一定的阶段。所以我在这边是要请台大杨校长哈，多肯定一下农学院的院长。好，好，那次我是没办法去，但是就是说，这个传统领域这个土地在台大实验林的啊这块土地哈，那你们台大是有很积极在做，所以我也在这边要提醒中兴大学的哈，多跟台大学习一下，好，中兴大学的你们也有惠秀林场实验林土地，啊，但这以前是从来没有克服的。但是农学院院长呢，徐延泰院长他真的有克服了哈，而且是经过了几年啊，也是本席这几年在立法院在一直在强调的啊。谢谢委员。好，那杨校长你先回去吧。东华大学的校长赵校长。是。上礼拜五你们那个原住民民族学院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吧哈？是我们院庆吗？对，十五周年宴庆，几周年宴庆？十五周年宴庆嘛，是啊，你有参加吗？有，你有参加哈？本来本席也是要去，是，但是现在哈，立法院呢，礼拜二跟礼拜五都要假动，啊，我们根本走不开。刚好你们那一天啊是礼拜五，我本来想去的，也没办法去，
因为你们创业的时候本席也有去，是，哦，那现在已经十五周年了，那你觉得原住民民族学院这十五年它的绩效怎么样？跟委员报告，非常非常好，一直是我们东华大学的核心价值，非常好，是，我不能说是非常好了，就是说他的学生的人数比例啊，啊，到目前为止原住民跟非原住民是一半一半嘛，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是，那但是院长的话呢，这个有当了几届的院长也有啊，是我们最近院长出缺，正在征才，院长出缺正在征才嘛，是。对，我是希望说要怎么样去重用延揽原住民的人才啦，哦，人才也不是只有在原住民民族学院那些人才往外去延揽嘛，好不好？有，我们对全国在征招，甚至对海外也有征招。就说他的领域啊，研究的领域可以扩大，是，哦，那所以我觉得恐怕你可能要给我们。原住民委员一份哈，你们十五年的一个绩效出来，啊，原住民民族学院院庆，而且是全国只有这么一所，你要跟我们委员立法委员讲说，我们原住民民族学院啊，已经延揽了多少原住民的人才，造就了多少原住民的学生啊，有什么绩效，你这个绩效要跟我们这些，特别是我们原住民的委员，要有个说明嘛，是一定，好不好？最后啊，我也只有几分钟了哈，那个是不是可以请那个林次长也上来一下好吗？林腾蛟林次长。顺便我问一下哈，就是这个那个现在原住民族博物馆啊，原住民族博物馆现在已经评审出一个结果，部长你知不知道原住民族博物馆可能将来是会放在哪里？是新竹吗？新竹吗？那个有可能花莲吧，原住民族博物馆不是在新竹哦，现在正在评估要设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知道吗？喂，这是教育部的部分吗？那是原民会的部分啊，我是先问你了，哦，可能会设在哪里，你知道吗？抱歉，委员，我这部分我没有那么深入。这个没关系了，这个，我下一次再问，现在时间不够了哈。那个新竹教育资源中心的哈，部长你知道这件事吗？新竹教育资源中心哈，林市长，那我们这个新竹教育资源中心，我们还是要请林市长来追踪一下啊。是的，这个我们会依照上一次哈，那委员召开协调会，包含跟新竹县政府，还有包含中央原住民委员会，还有本部的部分有关经费分摊的部分，按照的比例，按照的进度来做处理。这个林市长，这个我在立法院召开过两次协调会，好，我希望这个事情哈，就是照市长您自己讲的。人民会负担多少哈，然后新竹县政府负担多少，我们这个要继续推动哦，是，好不好？潘部长你知道吗？这个可以，我想刚才就依照林次长所提的方向来处理哈。好，那这个我们已经也争取了很久，但是到现在哈，就说我们看怎么样要帮我们新竹市的啊，新竹县的乡亲有这个资源中心呐，好，那这个土地都没问题了嘛，啊，现在只是缺经费的问题这样子啦。好，谢谢，希望潘部长能够支持哈。那另外那个国教署的部分啊，那个资料是不是可以给本席一份，好不好？啊，就目前你们还是署长有没有要说明一下？这个对，是刚才我们同仁有在回报，有一些计划已经送上来，我们会加速审核的过程。谢谢。好，谢谢啊。谢谢委员，谢谢。刚刚那个口问委员所提到的那个有关于原住民学校这些教育经费，要赶快来提早编列，好不好？谢谢。好，我知道。对，我知道。OK， 谢谢。好，我们接着请陈怡明委员6+2。好。好，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下教育部的潘部长？部长请。陈委员好，部长午安。本席其实今天在这个教育部预算的这个执行上面呢，主要是要针对教育部过去十年执行这个5年500亿好的这个来做一下讨论的。好，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过去哈，其实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开启了
哦，这个5年500亿的这个两期，总共10年，其实是超过10年的哈，这样子的执行，而取得最多经费的就是台湾大学了哈，所以其实，但是最近因为台大刚庆祝88周年的校庆，可是也出了郭明良教授的这个问题了哈。那其实本席其实过去也是在阳明大学担任过国际长，哦，也是在这个5年500亿的时候哈，也然后也做了研发长。之前也跟我们的这个蒋伟宁蒋校长呢一起到美国去访问哈，就是有12个学校的研发长一起去访问哈，所以今天其实有一些事情要就教育我们部长，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台大的这个杨半子杨校长也一起上台好吗？请放下一张，好，对，那其实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啦哈，可是呢。很多的事情哦，学界的期待哈，还有很多背负的这个整个的国家，哦，这个给这个教育部的期待哈，预算啊这些东西，本席必须要很沉痛的讲，在这一次的5年500亿，教育部编的预算的方式完全是荒腔走板的哈。好，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教育那个台大的这个问题哈，请放下一张哈。那当然，郭明良郭教授是台大教授，目前也借调在高一哈。我先问一下杨校长，那个郭明良副校长现在在我们高一，是您推荐过来的吧？是不是？是他自己申请，然后有告知我。是，好，是，所以是不是你推荐的？不是你推荐的吗？他有告知我，他要不是我们刘校长去跟你要人，然后你推荐那个郭明良。过来做我们的副校长，不是？好，那他现在是递辞呈了吗？他递辞呈了没有？郭明良郭教授，他是口头提辞呈啊？口头提辞呈，口头提辞呈，所以还没有递辞呈。好，因为其实我们高一也提，书面是在声明中有收到，书面有收到，但是没有递辞呈。书面声明中，所以没有递辞呈的话，也就是说，所以他还没辞嘛，对不对？口头而已。那现在其实这问题还蛮 tricky 的哈，因为如果他明年辞职啊，明年如果退休，这个辞职现在就也口头辞职，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高一大还是继续聘他做副校长，因为是借调嘛，从你台大借调的嘛，是不是这样子？现在是借调当中没有错。嘿，好，那其实郭教授他。哦，这根据统计发了这些文章都有这个，就是造假啦，或者是图文啊，合并使用的问题啦。刚刚其实早上也有几个委员也跟你讨教了，好说刊物啦。好，我们放下一张。可是，在这些文章里面，好，下一张有3篇到4篇，好，是跟您好像你也是共同作者，好像2006年 JNCI。好，或 cancer research， 好，然后这些好像看起来您都是 last second 嘛，好，都作者哈，倒数第二哈，那所以也是 senior 的哈，就是资深的合作的作者。好，下一张，那像这个图哈，2016年就今年在 Nature Cell Biology 的图哈，它其实因为重复使用了2013年的图。2013年发表叫 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同样的是做 Ubiquitination 的一个图，在2016年的 Nature Cell Biology， 这已经不是误用了，因为是不同的实验用同一张图，其实这是蛮严重的一个状态。好，下一张。然后好像这个文章您也是共同作者嘛？你说好像肉眼看不出来，可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跟这个图其实就是翻转过来，左右颠倒，因为这边被为什么会被网友踢爆？因为这边有一个可能 run 交的时候有裂掉，所以他只是把这个图翻过来就变这个图，所以这个其实不需要去买什么软体了，肉眼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很多的图其实都是这样子哈，肉眼看就可以看出来，不需要软体，更不要讲说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本席是觉得啦，今天台大面对这件事情必须要很公正的来做，那因为校长你跟他是 collaborator， 所以其实台大有很多的教授院长他们跟我陈情，他们说他们是根本不敢讲，不晓得怎么讲，
然后也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为难，因为您是当事人之一，那你又要组一个委员会，那你组个委员会，这个委员的组成又不公开，调查过程也不 transparent， 我当然希望他 transparent， 但现在不知道。那最后的结果，你觉得您可以取信于台大的所有的faculty 师生或者社会大众吗？这有没有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只是先去看将来可能会发生的状况。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教育部在这个阶段，为了台湾的最高学府，又是前进五百大里面已经进入五百大的一个大学，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做法 ？Step in， 应该进来介入，然后来协助处理。就像本席在上礼拜质询杨鸿敦杨部长一样，科技部他们都已经要组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教育部要放任台大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而又产生出来的这是一个国立大学，是教育部在主管的一个大学，那这样子是不是有可能也会陷我们杨校长于不义？因为调查出来的结果，如果说杨校长没有 get involved， 有谁会相信呢？那这样子台大的声明已经扫地了，更不要讲说在 pop peer， 在这个网络上面有多少人在骂的，不是只在骂台大而已，是整个全台湾的生技医药的这个生物医学的研究都被骂参进去耶，甚至现在已经一系列的都是在一直在看待的是其他的以台湾的学者名义发表的文章，不管是鸡蛋里挑骨头，或者实际有这个状况发生，现在已经变得是一个风暴。所以我在这边要诚恳的呼吁我们潘部长这件事情教育部应该要积极的介入处理，这样其实也是还我们杨校长一个公道了。你觉得呢？ 我跟陈委员报告教育部在这个事情的第一时间是也确实依照学校有教育人员违反学术伦理的处置的措施了。我问的是你会不会组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跟委员报告我想教育部当然不是只针对台大这个个案，过往也有若干的学校，大概不会说因为台大，所以教育部第一时间就组委员会来介入。那如果不组委员会调查，台大有没有什么？教育部一定会在学校提出。可是过去的事情不是像这样子吗？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的一个状况嘛。那教育部到底有没有什么更积极的作为能够来处理这样子的状况？是我跟委员补充报告的是教育部一定会在学校提出这个整个调查报告后也会复审这样的一个机制。好，下一章，那主席再给我一分钟。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台大有这个优良的传统，不管是之前的傅斯年、钱思亮、严振兴还有孙正校长，他们都是把台大这样辛辛苦苦的一点一滴的变成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学府，多少的台湾的精英科学家或者是从政或者是整个在社会的整个的中间分子都看到了台大学生的身影。所以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危急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不希望说因为官官相护而造成了台大的名誉的受损，今天教育部必须好好的来思索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台大恢复全国学者民众对他的信赖，更不要讲说国际的声誉。好，请放下一张，我再给我一分钟。这五百亿的事情我一定要讲这个部分，是因为今年教育部你们编的预算是编60亿，对不对？编了一个过渡期的60亿，是这个麦顶的60亿，竟然就是这样子就要糊弄过去啊！你们这有没有个审查的机制？会对外公开审查吗？后续一定会做审查机制，后续会做公开审查的机制。而且有一些计划，我们也希望它是能够延伸。因为就是在一个这有接受好麦顶计划这些学校有出包的，不是只有台大，还有一些学校也都有造假的问题，现在陆陆续续都被发现。好，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执行这个预算。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本席就执行了，谢谢，谢谢主席。谢谢委员，谢谢，不好意思，欢迎以后加入本委员会啊，谢谢大家。好，谢谢，请邱志伟委员啊，六甲。哦，还有啊。
还有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请钟孔昭委员，钟孔昭委员，钟孔昭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六加二，好。好，谢谢主席，我要比照陈怡明委员的。这个谢谢主席啊，请这个潘部长因为今天所有国立大学校长都有列席哈，我想全部上来可能大费周章，我只邀请几位大学校长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暨南大学黄校长、高雄第一科大陈校长、高雄应用科大杨校长、台大医学院何院长、台大杨校长、政大周校长、台湾师大张校长、高雄师大吴校长、高雄大学王校长、中山大学郑校长，哦，邱委员好，哎，部长，我想，两岸的学术交流是在所难免，哈，过去一段时间，两岸都会进行一些学术交流，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学术交流啊。我想在每个国立大学都有相关的业务或者计划在执行的哈。是，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就您就任之后啊，对于两岸学术交流有没有受到这个中国单方面以政治前提作为阻挠，或者他在要求我们各大学在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他要接受他们所谓的政治前提，有没有这种，有没有本席所说的那种状况？我跟委员报告，我想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直接有这种信息了。有间接有是？没有没有。所以五二零到现在，所有各大学或者你教育部的学术教育都没有受到任何程度的影响吗？是我跟委员报告，有没有被取消的？如果说从结果来看呢，因为今年我们各大学招收学位生的这部分，其实它的这个浮动的比例非常小，几乎没什么差异。你知道他要求我们承认什么政治前提吗？就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嘛，哈，或者一中各表嘛。他设立这个前提，就是说你如果不承认，我就在这个交流上面给你设一些栅栏，设立这些阻挠，让交流变得不是那么顺利。就你所知，师长，你有话要说是？师长，有没有吗？没有。好，那我问一下各大学校长，先问问金门大学黄校长，黄校长。对于所谓对岸强调的九二共识、一中原则或一中各表，您个人认同吗？这个我们的交流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要我们表态，所以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那没有要求你表态，那我现在请你表态，你认同吗？这是国家的政策的问题啊。国家没有正式指示怎么样，所以我没有看到文件，所以我看你对两岸政策可能要多点时间去研究一下。我们只是在新闻上看到而已，但是从来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你看一下国这个总统的这个不管是就职演说或者国庆文告哈，对你去研究他的精神。好，没关系。好，我再问一下这个台湾大学这个杨校长，像你作为这个国立大学的龙头啊哈，那我请教你呢，对，当然对九二共识、一中原则或者一中各表，您个人认知或者你对这个理念你支持吗？我尊重我们国家的政策。好，非常好，这个回答这个非常有技巧哈。那台师大张校长呢？这样你也做很多的两岸的交流了哈，那在你在交流的同时，有没有讨论到这些的议题？你对这个所谓一中各表或者是九二共识，您的看法怎么样？其实在整个交流过程真的没有针对这个地方去做任何讨论，所以对岸的相关的这个教育部门或者大学都没有要求你们做什么任何的承诺。 我们大部分都跟大学合作，所以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处理。他们学校也是会为党所控制啊。那么，那我但就请教您的理念，对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还是会按照蔡总统的意思，以维持现状为最主要的。我的看法跟你一样哈。那这个高雄师大吴校长，没关系，那先跳过。政治大学周校长呢？
组长，是同样的问题请教您，那您的回答是，我们是公立大学，我们尊重那个我们跟国家立场一致，国家的大陆政策或者两岸关系相关的政策，以总统说的为算。是，好啊，台大医学院何院长，哎，院长，您大概也有做相关的两岸的学术交流了哈，举这部分，你会不会碰到相关的问题，讲叫你一定要做什么政治承诺，靠好多跟你做交流？我的了解是没有了。是没有了，因为我们是医院，那医院以救人跟生命为主，所以比较少被这样的。那同样的问题，救人也要对国家社会有更多的关注了哈，对国家的未来有更多的关注。那对九二共识一中原则，您认同吗？我其实应该跟前面的答案都是一样，都是以总统的说法为准。对。好，那这个中山大学郑校长呢？郑校长，你要不要说多一点的？郑校长，您的看法呢？我想，当然还是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总统的一个主张为我们交流的一个依据。好，那如果他们强加任何政治前提，我们不惜不交流是？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只要违反到国家既定的一些政策跟立场，不能损害台湾的主权，这是非常肯定的。这个伤害台湾的国格，这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生。好，我对你充满了信心了。高师大吴连散吴校长，吴校长，你的看法呢？同样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在跟大陆的交流过程当中，很少触及这个问题，不过我基本上我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好，谢谢各位校长的这个回答，请各位校长回座，谢谢您，谢谢。那最后两分钟请教一下这个体育署何署长还有部长哈，是，就今天审到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哈，我不晓得何署长知不知道，在左营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有一个棒球场，那个棒球场你觉得像棒球场，像有点像是这个棒球练习打击场，也没有围墙，它的这个全垒打墙是用网子围起来的，使用率又低，我去现看过一次，结果问他说这个盖了多少钱，6000万，使用没有人会去那边使用啊，那地方连小学生都不愿意去用，也没有一个看台，也没有一个这个球员休息室，非常简陋，就是有一些红土摆四个垒包，然后种几个草，连全垒打墙都是网子围起来的，我还差点被那网子绊倒。所以这样子花6000万，在一个国家运动训练中心，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这个署长，跟委员报告哈，我想。那个棒球场现在还是有在使用，我们国训队有在那边集训，那当然难怪我们的战绩会每况愈下，就是场地根本不符合国际规格跟训练的这个相关的要求，连球员的这个休息室都没有，只是摆几张椅子在那边。我不晓得这个部长有没有去看过那个场地。我有到国训中心几次，但我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这个场地。你是不是拨空去专程看一下？是，你会看到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场地要花6000万？所以当初是怎么盖的？可能你要去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委员，我再了解一下。好，我觉得这个部分，你现在已经盖在那边，未来要怎么改善，让它能够发挥正常的使用的训练用途？这部分我希望说教育部体育署能够拿出具体解决方案。否则浪费，使用效率又低，又不符合这个训练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不六，拜托你要重视一下哈。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接着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不在，请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不在，请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请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请施一方委员。施一方委员，施一方委员不在，请赖瑞荣委员。
赖瑞荣委员，赖瑞荣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请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不在，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请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不在。本来应该是轮到本席质询，但是因为今天早上林静委员有打电话给本席，他要从宜兰赶回来，那我们非常尊重他认真问政的精神，所以我特别给他五分钟，但给他五分钟，因为林淑芬委员刚刚也讲到他早上忘了登记，所以也比照办理，都五分钟，好吧？我们现在请林静委员，好吧？五分钟。非常感谢主席，主席要拯救我脱离被观察的这件事，所以让我尽量表现这样。好，谢谢。我这边先，今天早上大家都已经先谈了很多的事，我先让部长休息了，好不好？好，那但是我一定要先讲一个事情，大家今天早上都谈了很多论文抄袭的事情。那前几天我们的高教司司长出来说，未来在硕博士写论文之前，这些硕博士生要上学术伦理课程认证。好，我真的讲一句话，钱、权、地位、教职、国科会计划，通通都是上面的老师拿走，然后你叫学生去上伦理，叫学生去上伦理课程。我最好是这些硕博士生这么大胆，他们敢造假，然后让他们的老师去发表论文，这个完全是脱离现实，也要有点脱离现实，也有点有要有有个限度哦。这个东西哦，请你们搞清楚状况，该罚的就是造假的上面的教授们，不要找这些学生们的麻烦哦。那今天因为有很多学校的这个校长今天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请政大的周校长？我实在是很不愿意在这个教文委员会一直谈垃圾的问题哦。可是我们的国立大学的垃圾问题真的是处理得非常的不好哦，校长。是，委员好。校长，我们已经，我想之前我们也处理过，我在7月6号的时候，社福卫环质询有讨论过，也质询过，政大外包这个清洁公司的事情哦。那后来10月12号，我们也召开了协调会。那么到现在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们的垃圾外包哦，这个公司哦，他们劳资会议举办了没有？应该有啊，对啊，还没呢。那我们询问了你们学校说为什么没有办，他说因为那个这个外包的公司不愿意办。那问你们学校说那会怎么样，你们说罚300块。那我回去了解一下。是，那清洁人员10月25号、10月31号国定假日，他们出勤有没有给两倍工资？这件事情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都有要求，我们的外包厂商必须要按照劳基法。是，但是没有。他们这两天工人被要求出来各工作半天，而且没有给两倍薪资。好，那我也回去了解。国定假日已经上班已经够倒霉了，结果还叫人家上半天，然后给你的薪资还没有加倍。所以校长，这件事情真的让您站在这里被我质询这种垃圾袋虚报啦，克扣这个垃圾这个清洁工的这个事情，是您是很有点可怜啊哈。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一个国立学校，国立大学，我们在现在台湾劳动权益大家有这么多争议的状况之下，你们学校是一直有这样子的问题哦，这个劳权事件一直在爆发哦，学生一直在帮这些我们的外包的，就是说这些清洁工争取他们的基本该有的权益哦，我觉得。政大是指标性学校啊，好，这个案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哦。所以说几个事情，我们继续往下看哦。这边麻烦你们，劳资会议我们查了，还没有开哦，所以拜托总务处，你们既然刚刚校长讲了，契约上面有，就赶快把该做的劳基法有规定的，召开要求公司召开劳资会议。限期要返还这些工人，他们这些清洁工，他们国定假日出勤的这些工资哦，追讨前任的这些特休，因为之前都没有给人家特休。好，我们那时候在上个月一个月前，我们开的协调会也要求要排这个签约日期3个月内排定特休，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们这个部分有进度哦。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你们总务长是知道的，上次我们请协调会有请总务长来。那总务长跟我说有，我们都会做。一个月过去了，其实还很清楚，该开的会没有开，该核的这一些工资没有核，该放的假没有放哦。校长，我让您看一下哦，其实你们的外包契约是有的，你们的外包契约里面，
如果这个公司他们没有依法给工资，哎呦，怎么这么快？好，没有依法给工资，违反劳动法令，你们可以暂停对他的契约的这个价金。你们的契约里面也有写到，如果说这个劳资会议的部分，厂商不得拒绝。可是你们告诉我们说，你们总务处告诉我们说，哦，没有，他们不愿意开，我们只能罚他300块。你们的契约里面也有写到，如果这个厂商的契约违反相关的这些法条，你们可以终止契约或者是解除契约，你们也还没有这么做。好，校长，我真的不愿意为了几个垃圾袋，然后这个清洁工没有办法放假的事情，让您在这边被我质询啦。可是这个案子已经我们追了超过半年了，那贵校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很久了。哦，国立学校带头的在这个劳资契约上面，尤其是最弱势的清洁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你们在契约上面明定的这些该处理的好好处理一下，让其他学校看一下好不 好？因为哦，也不止你们啊，成大，黄副也在哦。成大这个黄副，我也在顺便提醒你们哦，你们学校也是一样的状况哦。在所有的这个外包清洁人员，他们在9月15号中秋节全部都上班，但是没有给国定假日该有的薪水。好，那个委员，我们回去一定会请他们按照契约行事。是，再来哦，再给你们一个资料哦。这些工作人员，我们至少手头上有4张哦。8月份他们连续工作了31天都没有休。所以哦，这边在场有非常多都是我们国立大学的校长，各位长官，各位都是长官层级哦。这个都不是特例哦，请这个教育部邀集劳动部工程会。我们直接延你契约，这不就麻烦部长答应我们这个事情，好不好？这边我们就帮一下这些大学好了，我们直接把契约拟清楚。教育部主管的51所国立大学，在契约，尤其是这一类的外包契约，明定这些机关、这些契约的这个劳动权益，如果有问题，我们要要求严格的检讨。那至少每季我们要申请劳检。哦，现在是我们在要求劳检啊，你们自己都不要求劳检啊，那可是外包都在你们家啊。国立大学，我想部长这边，国立大学带头把劳权的责任给做好，不要再出现国立大学外包的这些清洁公司剥削第一线劳工的情形，可不可以这边答应我们？麻烦两位校长，可不可以2个礼拜之内给我们这个报告处理的报告？可以，黄副，可以，好，谢谢。谢谢主席，谢谢。好，我们接着请林淑芬委员5分钟、哦、谢谢主席哦，是不是请我们部长？部长请。林委员好。部长，我手头上啊是这个实践大学哦。第一学期第二次院务会议的会议记录，好，这里面有写105年9月22日劳动部预告，自106年8月1日起，大专院校编制外未具本职的兼任教师要适用劳基法，然后呢，请各系配合105学年度第二学期不要新聘。不要再新聘未具本职的兼任教师，以及自106年的第一学期起不再续聘未具本职的兼任教师。另外，坚持要开，然后要聘其学系所衍生的相关支出由该学系自行负担。部长，我再念一个哦，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好，它的外语教学委员会的公告。但是他是说，这个为了配合教育部和劳动部的相关法规，也就是未具本职的兼任教师要适用劳基法，所以自106年度起啊，本校兼任教师优先聘任对象如下：第一，优先具专职身份有效的专任教师，公司具专职工作；第二，优先退休身份。军公教退休，这个现领月退俸者，好，然后呢，他要特别强调，如果老师这段时间有找到专职工作，请务必告知我们工作单位和职称。日后
仍想在我们这边兼课，我们或许可以预留课程。当然，学校的做法会根据法令调整，之后如果有变通的话，会通知大家。这个是台北城市科技大学。部长，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吗？是，谢谢委员哈，因为委员之前有召开这样的一个讨论的协调的会议了哈，所以同仁也回来有跟我特别在提到哦，这就是之前在上个会期了，也是委员一直很关注我们对于这些未具本职的老师在学校兼课所受到政府法令维护保障的非常弱，所以我们也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哈，希望对你们提出这个方案，现在已经造成问题了。结果他说来未具本职的兼任要纳入劳基法适用，来我优先不续聘，然后呢，如果是必修的课程，小班改大班。如果是选修的课程呢，减少通识课程。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的好意结果变成这个未具本职的兼任教师因失去工作，有保障的人遭解雇，要保原来立法要来保障的这些未具本职的人优先被解雇，然后这个无保障者普遍化，那怎么解决？部长，是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当时在教育部、劳动部跟卫环还有教文我们两个委员会啊，大家所讨论出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协助的方向哈，那当然对这部分有部分的学校，就如刚才委员所提到的，这个可能他也并不完全了解，这可能不是不一定是部分学校，也不一定是私立学校哦，在座的公立大学以高师大为例，这个学校兼任教师啊。恐怕比例已经快要超过这个专任教师了，然后每一个学校里面这个兼任里面具本职跟不具本职的差异可能也会越来越大。教育部也统计全国未具本职的兼任教师有13000多名，那这些问题如果13000多名到时候都不被续聘了，或者很多人因为要纳入适用劳基法，会牵扯到劳退6%的提拨，会有谈到这个劳基法的保障，包括继续工作视为不定期契约，不得随意被解雇或不续聘，或者是之前要有法定资遣费，享有劳工所有的这个法定休假。如果这样子下去，连公立大学也都在讨论说，哎，要不要优先聘用有本职的人？然后呢，不续任这个不具本职的，然后如果5000个不具本职的被 fire 掉不续聘，我告诉你，这又是下一个社会问题。不要以为这些大学老师不会上街头，也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大家摸着鼻子没有工作就摸一摸了事，不可能的。部长，我要提醒你，而这个事情产生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老师不具本职的老师。本身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在于劳动部跟教育部，哦，把这个在纳入劳基法管适用的当中，把具本职和不具本职切割开了，成为资方逃避劳动保障的后门，而产生了这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现在的政府、现在的两个部会、现在这种切割式的这个适用所造成的问题的起源是来自于你们哦。好，我们谢谢林委员，谢谢，时间的关系。抱歉，主席，我请他回应一下。这个第一个，你到底政策上要怎么对策？第二个，如果现在这些老师真的是因为这一些原因而被不续聘，你要怎么解决？是我跟委员补充报告哈，因为也当时在这样的政策方向下哈，那我们编列了。这些未来要协助学校的这些所需要额外增加出来的费用有6000万、哦、我想这部分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让各个学校来了解。那另外6000万够吗？13000名。跟委员报告，因为从那个是从106学年度开始是半年的经费，这个我们整个都是估算过了。所以你还没告诉全国的学校，包括公私立学校。所以他们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城市大学、实践大学，包括在座的校长们，一叶知秋啊，不是学术论文造假或者是挂名这种文化而已，整个大学高教教育的崩解，
就是从这一块教职员的劳动不被保障，甚至大家都觉得法教育的这个领域多么的神圣啊，劳动法规不能进入到教育现场，这个恐怕才是一个大问题啊。是，拒绝劳动法规到这个教育现场去，学校来了解有关这样的政策措施所教育部会支持的资源。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委员也报告了，我想学校开设学生受教权益仍然是我们应该大家高度关注了。如果说今天所有的兼任老师受教权大家要关注，这都是嘴巴说说，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政府的作为。现在这一把火这个问题都是由政府自己烧起来的，所以啊，我们也会继续看着政府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抱歉占用大家的时间，谢谢。好，好，我们接下来请陈学圣陈委员。谢谢主席、部长、各位与会贵宾、大家好、谢谢主席，今天起身炮是由你负责、然后我来做结尾、那请部长还有、台大杨校长好吗？谢谢部长跟杨校长。我必须坦白讲、我已经做委员做那么多年、对于、每次质询这个大场面、我走过这个校长群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有压力在的。这个望之俨然，及之也问。那对各位来讲，还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尊敬度在。那我也是认为说，台湾的学术基础，都有劳各位，所以我们在教委会，我们对各位都是非常的尊重。那我为什么会请杨校长也上来的原因是，校长这对您来讲的话，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夭折了一位蒋伟宁部长。那么上个会期又阵亡了一位中研院的翁启慧院长，那我不希望在这个会期一开始又看到了我们杨校长在学术界上面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我想给校长多一点时间来谈一下，在这事件发生之后，你曾经谈到是你学术生涯最大的危机，那么对于整个事件，你认为该负的责任你要来负，我特别请校长你一定要非常认真看待这个事情，你在跟时间赛跑，因为现在你知道 Google 杨半词出来的就是造假风暴、造假丑闻，这对您一生来讲是一个最不名誉的时刻。如果你不能够捍卫，我想会代表后面会有很多的骨牌会一一倒下，因为大家都觉得台大都可以如此，我为什么不能如此？可是你越是在最高殿堂，你越代表了学术界的良心，你这时候你就要有承担，要有风骨。所以我想请教校长，您所提到的，这是你学术生涯最大的危机，危机在哪里？你该负的责任，你认为要负什么责任？确实没有错。那学校发生这个事情，当然是大家都感到非常难过，所以我们是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来独立来调查。那假如是有涉及蓄意造假的师生同仁要严惩，那我身为共同作者，那假如我也会尊重委员会的调查，假如我涉及刚刚讲的蓄意造假，本人愿意承担责任，所有的责任。这责任包括辞职在内。是，假如是委员会认为我涉及蓄意造假，本人愿意。好的，谢谢校长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承担。但我在这边也给校长做一个建议哦，因为当你现在在谈学校在做学术调查，你又是这个受调查的一方的时候，会让大家会觉得你自己本身不够中立。我是良心的建议了，但你可以做考量。你是不是在调查这段时间你先请假，请你的行政职先请假，那么请假你就静候调查。但是我要求部长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们讲说要最慢在下个月月底一定会查出来，可以把时间再缩短，你给台大一个时间的压力，给部里面复审一个时间的压力，不要让这个时间拖了半个月以后大家都忘记了，想到就想到杨校长的论文造假风波，想到委员拿的一个假字，我不想看到这个那么杰出的一位学者，最后人的一生是被这样盖棺认定。所以为什么今天选择最后一位质询？我希望校长你可以接受我诚恳的建议，可以吗？你回去思索，不用在这边回答。如果你愿意回答也可以。我是觉得，如果这时候你可以请假一段时间，静候调查，对你绝对有帮助。你认为呢？那你回去想一想好了，好不好？谢谢。你又错失了一个时间，很可惜。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好好考量我的建议。那请部长，你可以把时间压缩到什么时候？是跟张伟报告哈，因为学校所组成的这样的特别调查委员会，
原则上我所了解他们学校也有一定的时程了。那教育部之前行文是希望学校在一个月以内哈，太慢了，能够太慢了。这个有没有造假？刚刚校长都已经讲过，四篇论文里面有三篇是没有问题的，有一篇是图片的问题。那如果校长讲的都这么清楚，你先不要去管另外一位郭教授，我今天要谈的是杨校长，你先把罪嫌比较轻的先处理。而且他所代表的杨校长所代表的是台大，也代表一个学术界非常顶峰的一个学术风骨，所以我希望你把案子要切割开来，先处理杨校长的部分。校长也讲过，如果我证明他有蓄意造假，他愿意辞职，那你就赶快把他今天所讲的所有的话就马上验证，不要等个全案厘清。我希望先从校长这一部分先把他厘清，至于郭校长或其他的第一主持人这一部分是不是能够分第二阶段，部长可以做到吗？这个事情要速战速决。是，不过我也要跟赵伟报告，因为确实要还原，让这个事情不偏不倚，我想专业上的审定，尤其我所了解，这次台大也聘了非常多是校外的这些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了，所以我想在时程上是不是一定用过度压缩，让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最客观的去了解，因为最后确实这个责任厘清后，教育部一定是依责任来做非常严正的处置，所以我比较也跟赵伟这边报告，让这个事情是彻底的了解，因为这个未来对不只是台大，我想对台湾在学术界都是希望完完全全能够被外界所彻底的了解。那我尊重部长，那你就最迟在下个月底之前，你一定要完成。是，这个是我们给出去的时间，好不好？那部长你一定要把这时间抓紧。那校长部分，希望你回去审慎考量，在这一段一个半月时间，您可以先暂请假这个行政职，然后静候调查，对你绝对有帮助。那如果证明您是清白的，我相信对整个学术界也是有帮助。但是如果确实有蓄意造假，你也愿意承担责任，愿意辞职，我想这个承诺是应该的，好不好？好，谢谢校长，请回。那我现在也跟部长也特别提到，实际上整个也跟所有的校长提到。这个评鉴领导了整个学术界，不只是学术界，连我们立法院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立法委员也为了要符合评鉴，甚至委员把上一届这个委员的提案，不是他提案的，原本照抄，然后就换一个人去提案，因为我的版本都被人家拿去照抄，然后变成我不是提案人，我都觉得就是为了符合那个评鉴。所以怎么不要让评鉴曲解误导了整个学术界？我觉得这次选署人理这个事情，我非常非常重视。那既然花一个半月时间，我在这边也跟所有的校长，今天来的校长特别提到，如果你希望你的这个预算能够顺利过关，我以招委身份在这边拜托各位，请你们回家以后，回学校以后写1000字的这个有关于学术伦理你们的建议跟看法，那么有助于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还有未来在审高教预算的时候，怎么样不要让整个这个数字还有数据引导了整个学校的错误发展。我想这一点你们可以各自作答，不愿意作答也可以，但是我想我特别跟各位提到，在座各位都是学术界的顶端，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教育部建议，也给本委员会建议，那我们在1000字上下，每个学校都可以就学术伦理这一块能够提出一些看法，我想这会是大家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共同指标。我想这个议题校长已经答复得非常清楚，我就不再追问这个事情。但接下来我要请教的部长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新南向，那会不会把整个公立学校也都带偏了一个方向？但是有些基本问题你一定要先想好要做好。我请教你一个事情，你知不知道厦门大学已经去马来西亚设分校？这我不是那么深入。师长您知道吗？您知道，那您告诉我马来西亚这个厦门大学的分校他们什么时候设立的？是报委员马来西亚的厦门大学的分校，事实上它是从这个学年度开始招生，他们预期招生的人数，事实上根据我们了解，跟实际招到学生的人数有很大的差距。好吧，这个厦大到马来西亚招生有非常大的意义，他2012年开始筹设，2015年秋天开始招生500人，他们预计到2020年招生6000到8000人，最后目标是10000人。那么里面招本科还有硕博士都有招，人家是厦大到马来西亚去招生，然后就在那边设学校，我们是要把学生招到我们台湾来。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公立学校到
外地去设分校，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是，跟招委报告，目前台湾大学有在进行这样方向的规划。我已经跟你讲，厦门大学去年已经开始执行了，已经开始招生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起步？这一点你一定要放在心里面。马来西亚是我们现在最大宗的外籍生来到台湾念书的，人家现在已经厦门大学到那边去招生了，这一点部长你要放在心里。第二点，我考虑你一个问题，是厦门大学我们有承认他的学历，对不对？厦门有。好，那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如果我们台湾学生去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念书，你承不承认他的学历？可以吗？如果以目前这样是会承认的。会承认？为什么会承认？他并没有在大陆念书超过学士要32个月，硕士要8个月，博士要16个月。他在马来西亚念的，为什么可以拿到厦门大学的学位？部长，你一定不了解，但我要跟你讲，你有一个非常荒谬叫做大学办理国外学历采征办法。你本来是怕学校滥收很多野鸡学校的学生，但最后你自己把学生挡在外面。我讲两个荒谬的案例。第一个荒谬的案例是，有一个在台大的一个助理教授，来自于东欧，他在我们台湾研究汉学研究的非常杰出，但是他的母校是在东欧，他在他的母校，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所有的研究课程全部在台大。最后我们台大要聘他为副教授，我们教育部说不可以，因为他没有在他的母校，在他的东欧那个国家待满16个月以上，荒谬，结果就帮人家拒绝回去了。第二个，有一个传教士，他的女儿7年前跟妈妈来到这边来传教，他已经通过了美国宾州某所高中的这个学历认证，也申请到了北科大入学申请，结果我们跟他讲说，因为你没有在美国念书满满高中的时间，所以北科大已经虽然收取他录取了，但是不承认他的学历，所以也把他拒绝了。我要讲这个用意是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外知名学校，包括 MIT 去新加坡，包括英国的诺丁汉大学到宁波社大学，这些学校都在跟我们抢学生，我们还在把别人要把外籍生招到我们自己这边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大学也要出去外面开疆辟土？但是我们就绑在一个叫做大学办理国外学历财政办法，一定要在我们这边念书要多久时间，甚至要在母国念书多久时间？你不觉得这个办法已经退伍落伍太久了吗？你还要叫我们去新南向怎么走呢？部长，是有没有考虑过松绑呢？是，谢谢委员。张委员刚才所提的这些个案的部分，是不是让我们来做个了解？当然在整个制度上，我觉得我们来做一个检讨，因为确实在台湾跟国际的这个交流绝对是日益频繁了，我们也许过往的一些法规应该重新再做一个检视，我想整个政策才会比较好吧。我想我跟部长讲，就是相信学校了，相信大家自己有眼光，如果是野鸡学校野鸡老师，这个学校也自然是野鸡学校，但是好的学校不明就不要管太多，让我们的学校去开疆辟土，去撑，去找自己的路出来，我觉得这才是好的方法，好不好？谢谢部长，谢谢大家。好，谢谢张委，谢谢。谢谢部长。今天登记质询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另外有江启哲委员、徐增伟委员、姚文智委员跟林静怡委员提出书面质询。那么有关于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各种基金预算及行政法人国家运动训练中心预算案相关提案，请于11月30日下午5点前提出。那么今天各大学校长，你们来这边是已经蛮久了，我们还会再来见一次面啊，因为审预算还在碰到面嘛，对不对？所以先让各位回去。那也对于台东专科学校校长不好意思，你要再花5000块回去，不好意思啊。但是偏乡的问题，我想我们都会注意到。那接下来我们要审这个解冻案跟临时提案，如果没有相关的学校还有部门，你们就可以先请回。那张师大因为临时提案有相关，所以请张师大校长留下来。那其他的都可以先请回。那么也请各位校长好好的为学校来努力，好不好？再次谢谢各位，我们休息3分钟，好不好？来准备一下，谢谢。
来，我们委员请就座，委员请就座，来。好，那个请教育部来说明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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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明一下。好，就给他动好了。我们每个案子不超过五分钟，可以过就过，不能过就不要过，好不好？来，这位。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这位，你要瞪，你要动哪个案子？东华就是我动啊。东华今天没有，东华今天没有，东华今天没有。这只是大会。我知道啊，你教育部弄一个调查报告来就启动了，他们就不弄调查报告，他们没有调查，没有去调查啊。不是动画问题，是教育部没有调查。那个真是烂尾。来，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你继续宣读，小声宣读，来第一案。第一案。来，你们解释一下，说明一下。好，第一案就是针对支持行政督导的奖励计算校院教学卓越计划的50,000,000的一个解冻啊。那针对我们教卓计划，主要是要让学校来深化各种教学品质改善的措施啊，然后来营造学校的一个教学环境，强化学生的学习成效跟提升就业一个竞争力啊。那主要的这从1995年开始啊实施到今年已经是第三期了啊，第三期。那我们目前总共有38所学校获得这样的一个教卓的一个补助。我想教卓的一个计划是让我们学校去发展特色。就诚如刚早上委员讲，不要去执着于学术论文的一个发表哈，因为教学核心才是我们各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呢。所以我们会在学生的学习面啊，我们要强化学生的一个就业竞争力跟学习的一个成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扩大学生的一个企业实习，还有他的一个毕业生的一些追踪。好，那我们也强调他的一个一些竞赛，记忆竞赛。好，然后也订学生的一些毕业门槛，来检核学生的一个核心能力。那在老师的教学面，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会来提升老师的一个专业职能，而且我们在技职校院里面非常重视的是希望学校能够去聘一些具有实务经验的老师啊，业界经验的老师来进入学校来协同教学啊，把这样产业界需要的一个人才应具备的专业能力能够融入课程跟教材里面，让我们的学生可以兼备学术理论跟实务操作。那另外一个计划，我们也在鼓励老师赴公民营机构来做深度研习广度的研习或深耕服务，让我们的老师能够知道现在业界最新的一些薪资跟趋势，然后把这一些带入到课程里面，让我们的学校是对，因为技职经费真的是差距会比较大。谢谢。还没啊，没有啊，不敢花，不敢花。可是这样学校会没得发。这个有，不是，你现在还剩下一个半月的时间哦，你那个50,000,000到底要花在什么地方？你刚刚讲那么多，我当然知道技职不要做，不要去动，但是你给我们的理由，我跟你说你写的理由完全是不具体的。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什么老师投入教学跟产业合作，现在目前意愿就是非常的低。现在意愿就是非常的低，因为很多你必须要承认，很多老师他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能耐可以去做这个部分。这部分我看不出在这个所谓的解冻的理由上面有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去做。而且你刚刚有提到说你要定期检讨课程结构内容，那你过去到底检讨多少，你的具体程度多少，我也没有看到。然后呢，最主要是6月17号监察院里面也要求教育部做出确实检讨的改进哦。显然这个部分还是没有。那你刚刚说要请那个有一些什么专业知识，有那个业界的专业部分，可是你现在所显示出来的部分，这些老师还是少。所以不是不要，我当然知道技职很重要，我们巴不得帮技职校多要一点钱。但重点是你教育部所提出来这些策略、这些政策，包括你们写这些报告里面那个东西的具体的呈现，基本上还是非常的不具体啊。所以不是不要给技职，而是教育部的整个提出来的策略跟方向，而且剩下最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到底你五千万用到哪里？一个半月可以用50,000,000了。我就应该把它结合起来，合并到提出好的政策之后，挪到
明年度的这个预算来说，我觉得这还比较务实一点啊，剩下一个半月的时间，重点我还是强调，并没有写出我们所要看到的理由啊，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不要说我们动这个技职司，我们一点都我们都非常重视，但是你给我们的理由是完全没有显示说这样的一个部分，我因为我太清楚这里面的美美嘎嘎的，这里面完全都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啦。是啊，跟委员报告了，因为哈、啊、现在这个计划学校是从今年一月就开始要执行，那我们这五千万是真的没拨下去，那假如这五千万真的没有办法解冻，学校的部分他可能就是变成要自己出这笔钱，因为他老师的钱也给了，像夜师的钱钟点费已经给了，助理的钱薪资他也给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会让学校他原来应该要花在其他的部分的经费就会相对减少，因为少了这五千万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补助了。我不想被这个绑标，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被绑标，好像又拿老师的钱或什么东西，其实真的不是这个理由，而是我们今天所问的这个部分，教育部起码在这个给我的解冻理由上并没有，我们不想被这个东西给绑标，我们非常重视技职教育，但身为立法委员我还是要严格的去监督这个费用到底是如何，如果说真的要拨的话，我想先解冻2500万，因为剩下一个半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彻底做到一个部分，我们技职永远都还是在这个层次上面，那种表面的这个文字的层数上面还是做文章，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技职的问题。好，其实我想谈一个根本的问题啦，就是这个教学卓越计划还是教学卓劣计划，我们越办越卓劣啊。就是说这个是竞争型计划，各校来争取嘛，那我们看他们的计划给预算嘛，你知道各个学校为了竞赛这个竞争型的计划，每个学校要忙些什么事情，他们还要成立一个争取教学卓越的办公室哦，而且在办公室还不是只有一个人哦，还有好多个人哦。我们给了钱，给了，但这个钱拿去做什么呢？可能就一点点，真的是花在教学的事情上面。大部分的钱啊，都花在争取经费的这些行政人员的办公费用。就这样子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高教技职的确碰到问题，我们要改善了嘛。就好像我们企业发展碰到瓶颈了，跟不上时代了，我们要想办法来改进了，然后董事会决定要给一笔钱让公司改善体质，要增进生产的技术，要买新的机器扩充设备，同时要提高劳工的技术品质，应该做这些事情嘛。结果这个钱拿来以后，我们不是做这些事情啊，做什么事情？请了很多的会计人员去写很多报表，做假账，都在做这些事情。你知不知道各个大学的教育现场其实都在做这些事情，为了写计划，然后就弄好多好多人，然后想办法知道教育部上位者他们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你弄了一大堆那些计划。你想，如果我们要了一笔钱，50%、60%是在请这些行政人员写报表，然后只有一点点钱是用在改善这一家公司，改善这一家企业他们的生产的体质上，这一家公司迟早还是要倒。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你现在跟我讲说，好，糟糕了，这笔钱没有下来了，很多哇、哦，很多什么行政人员、业师什么会找不到钱可以给他们。我也理解啊，我怎么会不知道？那当时为什么要去搞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的教育部从头到尾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这个都是这个制度造成这个样子啊。然后看起来好好听啊，教学卓越计划，根本就是拙劣的计划嘛，大家写都在比赛那些写计划。动啊，就继续，我想继续动啊，我都真想我还要再继续动啊。好吧，那这样子好不好？动一半。动一半，给一半，好不好？那是不是可以请教育部针对像这一种必竞争型的计划，要写很多的这种东西，然后跟教育部要经费的，是不是你们重新去思考，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去处理这种事情？刚刚也讲真的，真的，你去问问，今天那么多校长来，我再不好意思一个一个大学问。如果你们106年度预算编得更不好，我们就倒三回来哦。各个学校有没有教学卓越的办公室？那些办公室养了多少人？好，就动2500，好不好？下一案，下一案，下一案。好，跟各位委员
报告。好，哦，我们都讨论过，最主要是要动多少。下一个案子就是推动跟改进大学招生制度。那委员关心的是说，我们对弱势学生的那个提供的一个就学机会。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在申请入学102年的时候只有123个，可是到了104年，我们已经到了1265个弱势学生靠申请入学进来。那当然在特殊选材呢，我们有89个机会给招收家庭弱势的学生，他是比较特别的管道。其中台大呢，希望计划我们就要求他要至少30名，这部分有请他们来处理。那第二个就是委员关心那个我们的多元入学110年配合新课纲那个方案，我们多参采多管道，重视学生学习历程。那这个计划我们会在明年的2月左右会把方案定掉啊。那另外就是这个高三下的学习完整性，我们会延议那个过渡时期那个考试的时间有没有一个考试周的概念，这个招联会会找大学一起来处理，然后多一点 AP 课程跟学分抵免。最后就是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入学考试，很多都是补助学生考试报名费啊，弱势学生或是身心障碍学生的一个费用，请委员可以给我们解冻。弱势学生我们就嘴巴就非常的，但是我还是提到了剩下一个多月1517万。好，我们现在看是怎么用嘛。第一个，你说大学的这个考招107年就要改了嘛，那你现在还要需要什么宣传？好，我先讲完。还有弱势学生当然辅导很重要嘛，但是你到底有哪些系可以争取，到底增加多少？而且最重要是我们每一次接到什么陈情案给高教师每次给我们最会回答的一句话叫什么？大学自主。好，所以呢，各位，我觉得这1517哦，我觉得好了。除了弱势之外，我觉得有关于这个宣导的这个部分，还有你们真的一些的措施，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的，不能。对啊，其他我真的觉得是要那个是。我想要给弱势，大家一定都是支持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去呈现出来，我们真正协助到哪些弱势。然后我这边就是有一个资料给你们参考，就是你看天下把你们的繁星10年做得这么好的一个成果，完全就看得出来这个政策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因为整个大安地区、中正地区都下降了，县市政府那个非六都的都比例都增加了，以及那个台大，他因为繁星之后，他以前的大概只有175所的高中生，高中才可以进台大，现在有298所。我会觉得说，要有这么好的一个呈现方式，我觉得你们如果把这样的资料可以做这样子出来的话，我相信大家一定是100%支持啦，好不好？所以就是希望说，我们可能在整个绩效的一个呈现，应该要这么样的这样子哈。我是觉得可以解冻啦，因为都是弱势嘛，所以我们就支持。不是这样讲，不是都是弱势，这里面还包括还有，不是只有弱势而已，这里面不只有弱势吧，对不对？还有身心障碍。不是这些人，你讲这些人就变成我们都很不体恤民情，不是？它这里面还有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呢，你还有很多有关于这个什么107的这个什么大学考招的宣传，不是也都放在这里面吗？哎，这个东西你现在剩下一个半月，你还要宣传什么啊？我觉得弱势可以挑出来，可是剩下的部分，我觉得有必要的部分还是要动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对啊。因为我们是有补助那个大考跟招联会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还有制度的严格的研议，还有办理那个多元入学的公听会。给你解1000了，动5173800。是要全部给，因为这个部分有一些是费用已经他们自己先垫了，给学生的报名费是不是全部给解冻？报名对呀、啊，我们报名费光是这些给弱势学生一年都大概1600多万，那是这个大考中心他先垫资的，谢谢。这个案子真的是真的是招生的部分。好，可以，我们把那些资料再list出来，谢谢啦，谢谢委员。好了，如果你没有答复好，下次加倍奉还，加倍砍掉，好不好？好了，就解冻，好，好。下一案，第3案，来。
接下来这个案子是推动大学评鉴制度哈，那大家对这个评鉴制度有很多的一个建议跟看法。我们现在是要把评鉴的一些负面的处置，包括说他作为奖补助啊、招生啊、学杂费那，我们都要把它修法修掉了。那在大学评鉴办法也修了，奖补助也修了。那总量的招生配合期程会在明年二月的时候把它修掉。至于将来是大力的授权学校来自我评鉴。那评鉴的部分其实包括老师的教学评鉴都不要用量化的像什么论文指标，而是要多元多方面的让学生有一个让老师有一个评鉴的方向啊。那这一笔呢，目前是因为给评鉴中心他的那个聘雇的人力，他每个月的薪资每个月的薪资大概有200多万，给他人事费人事费大概200多万，我们还有2个月，所以这个是不是能够给还有评鉴委员去评鉴的那些费用，他们也都先垫支了，所以是不是拜托这部分钱能够继续？那未来对于评鉴要去修正的，包括多元的指标，包括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学校，我们应该给他不同的一些方向，可以去发展自我的特色。甚至呢，在评鉴中心将来，它是用一个专业认可跟国际接轨，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改革。我同意你们的努力的，但是哈，不管你怎么去改，你刚刚说不管说不要去看很多的研究指标。五个评审委员，他一到学校，你不管是外省还是内省，所有的全校都要去动员，各系所全部要去动员，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即使到最后，你的五位评审他写出来的报告，如果他带观察，你们只是再下去问一下说，说这个东西跟他们的研究产量有没有关系？因为你们希望不要用研究产量来决定。但是我告诉你，你不管怎么评，外省内省都一样，只要是竞争型的部分，你就要耗费所有老师花了3个月，每一次不断的开校所务会议、系务会议，就是在写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教育部还是要有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你只要是竞争型的学校，不要告诉我说你要怎么改变，你要什么部分，学校就是会配合来去做这样部分，你就让所有的老师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对他们就是一个灾难。所以这个部分竞争型的部分，我请你从根源上里面好好去彻底去检讨。但对这1000万。我没有意见。他讲了老半天，怎么变这样？那我就有意见了。那换我有意见了。我是说未来，不然这样现在怎么办？打死他。请问这个1000万的评鉴制度是用在我们教育部？评鉴委员吗？跟评鉴中心吗？所以我们未来要去评鉴各大学的竞争型计划，或者各个学校的校务的评鉴，我们还要设立专责机构来进行评鉴，对不对？好。那评鉴要做什么？评鉴各大学要做什么？会作为我们给他们经费的依据吗？不会，我刚刚全部都拿掉。好啊，既然拿掉，那这个为什么不顺便拿掉了？那就不要啦。那就不要啦，对不对？我跟委员解释一下哈。第一个，将来的评鉴改革，我们是学校的资讯，我们会帮他上传，学校自我去揭露各种资讯，所以将来不会再去填。反正有的他们就是常常自己自我揭露的方式，不要再填一大堆。这我告诉你，这个更这个以后哇，也是问题一堆啦，这个也是问。另外委员，你刚刚提的，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校务评鉴，一定要有教育部来委托？因为我们大学法就有想，教育部一定要负责，因为他将来是一个品质认证，要跟国外去对接我们的品质的认证认可。所以我们校务只有校务评鉴，目前是教育部来委托专业评鉴机构来做办理。好，我了解。那这1000万如果没有继续冻结的话，这个评鉴中心没办法运作吗？现在就是他还有2个月的人事费，还有评鉴委员的一些已经评完了那些给委员的费用也要去垫资、你们。这个就是这样子吗？你们可不可以教育部彻底的去思考我们现行的评鉴制度到底有哪些问题？太多问题了！如果再继续这样走下去，我们的高教真的会完蛋了，真的不骗你们了。评鉴2.0的机制，对。
我们自己受苦过，我已经做了三次。真的，真的，真的，不要再这样子搞了。我觉得，我可不可以发言一下啊？我有一个整体性的，这个是我的看法啦。我的想法是，其实我们大家坐在这里都是对教育改革都很有一致的想法，都觉得该改不可了嘛。那是不是？那现在已经都剩下一个半月了，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是下一次，也就是说明年度的预算在审的时候提供的资料是可以有跟现在这个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不是都只有形容词的？那我就觉得就是现在的就是赶快把它走完，对，然后下一次的如果还是提出同样的状况的话，那我觉得就连我都不可以接受了，因为那是我在任的时候看到的东西的。如果还是这样，那当然我没有办法接受啊。但是现在的就过了啦。好吧，大家的意见是要给他哦。我特别补充一句了。真的不要吃定我们说到了年底、然后我们动的钱一定会给你解冻，尤其又用人事委来威胁我们说该发的钱都发了、我希望明年审预算的时候不要再有问题出现，好不好？我动就是真动，你不要去给我说先预支，然后最后苦苦哀求，好不好？说委员的钱都已经给了，那给就给了，是你给的又不是我给的，对不对？好了，就给你过了，好不好？柯委员今天大发慈悲、好，接下来校务基金。来，我们张师大来，这谁动的、那你要不要解冻啊？主席、黄委员、各位委员，大家好哈。那彰化师大这边，我们有3000多万的图书仪器设备费哈，是冻结的。那、当初的原因呢，是因为去年啊、在我们去年的这个时候哈、我们国文学系啊、那因为有70个从大陆来的交换生，那因为有过度集中的这种现象哈、所以委员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些指导哈。那后来我们就根据去年的这个情况啊，我们有做了一些就是讨论哈和改善哈。那第一个是我们在去年其实虽然有70位的交换生集中在国文学系，但是我们后来调查哈，因为他们的选课其实还是相当的分散哦啊，所以在去年我们有实际去了解所有的入生选修的那些课程哈啊，并没有去那个影响到本国学生的这个休息的权益啊，这是第一。那第二点，我们在改善的措施方面呢，我们现在每一班我们都会先预选，从所有的交换生先去调查他们要修哪一些课，那我们会调查避免他们在修课的课程会过度集中。另外如果说有发现有一些学生交换生特别喜欢哪一门课，我们会开专班哈，这样子让他不要去影响本地的学生的休息的这个权益啊。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交换生我们都用纸本用资本的这个选修哈，那他不会跟本地生是先由网络上面先选修，那交换生如果要选修的话，必须要由上课的教授他去评估他这个课程可不可以再收更多的学生，他才去让就是交换生可以来选哈。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如果就是在选修完以后，我们也会去追踪以往比较集中的这些学系他们在后来的授课的品质这一方面哈。那跟各位委员特别报告的是我们在检讨之后，我们今年从大陆过来的交换生哈，就是今年跟去年比较，我们减少了51位哈，我们有减少大陆过来的交换的学生。那另外一方面哈，因为我们有采取一些必要的改善的措施哈，所以像以国文系来讲，去年有70位过来这边交换，那今年已经降到29位，那其他的各个班学系大概也都是维持在30位以下，那我们总人数这个学期就也减少了51个。那总的来讲，我们非常感谢就是大院这边还有委员的指导，那我们在陆生这一边的交换，我们已经有一些检讨，还有包括一些因应的措施，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影响就是交换我们本地学生的学习的权益。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今年就是被冻结了这3000多万哈，因为它是图书仪器设备费。那我们有依照教育部的指示，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有针对这个问题有提供一些书面的资料哈。那在2月2号的时候，教育部也新闻给大会这边来。那因为上一次在我们这边在讨论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必须要列席，所以我在这边跟委员致歉哈。上一次我没有到场，是我不晓得我要
要来这边列席哈，所以在这边跟各位委员来致歉啊，不好意思。好了，我简短的讲，这郭校长是很认真啦哈。那当时我们动他的理由，其实就是研究生，研修生，他的确影响了本地生的学习上的一些权益嘛，哦，那我是希望你们有一个书面报告，那你们书面报告，哇塞，写成这个样子，我不晓得该怎么说哈，哦。你说研修生对本地有正面的影响，境外研究生到校交流有助于带动台湾学子的学术热情，好像台湾的学子都没有学术热情了，需要研修生来才会有学术热情，哦，是这样子吗？对。提升台湾高校学术科研水准与竞争力有帮助，没关系了，我反正你们现在有检讨了嘛哈，的确有检讨了啦哈。那我是觉得说，以后如果碰到像研究生这样的问题，你们如果有一些书面报告的时候哈，不要一厢情愿的哈，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了，你们没有把你们的问题写出来了。好，不过这个校长有。到我那边说明了，我大概了解了哈。但是我们只希望说，我们不管怎么样，研究生啊，再怎么样，都不能影响到本地生的权益。我们希望各个大学都可以用这样的原则，好去处理研究生啊，到台湾来学习，好吧？哦，好了。所以，对啊，让他过啊。所以解冻是解冻，解冻让他过。你真的很浪费大家时间呢，好，来，好，谢谢。我们现在最后一案，最后一案。主席，所以你等一下做什么，你直接跟我讲嘛。是，最后一样是有关于这个冻结了我们体育署竞技运动协会访评的经费200万哈。那当上一次在这个会里讨论的时候，是要求我们针对于这个这次的奥运会提出一个检讨报告哈。那这个检讨报告，我们在这个18号那一天。啊，已经这个送到我们立法院了哈。那我想最主要就是针对我们整个培训过程、取得参赛资格的情形、组团还有参赛的资源，包括他的竞赛成绩、参赛结果，还有针对奥运期间的争议事件，啊，我们也都做了一些检讨。啊，所以包括了选手的弃赛啦、赞助的规范啦、物服禁药、组团行政的事务啊，我们都做了这个检讨。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回来啊，从奥运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啊要到院会做报告啊，只是院会呢啊后来就把我们说这个报告取消啊。那目前呢啊，我们再重新整理了，针对于这个11月啊这个10号，我们呢。把这个报告整理出来之后，啊，已经这个在上周18号有送到我们教育委员会来。好，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这个推展竞技运动当然是体育署很重要的业务了。那你们，我就在老生常谈，就是每次都讲这个哦。然后当时动了200万，就是希望你们针对各项各单项协会的考核，可以跟过去有不一样的方式。其实你们还是用一样的方式了，有不一样吗？我看是一样啊，上次我就讲了。那你跟我说这200万如果继续动的话，我们已经委托台湾评鉴协会在做了啦，哎，所以就年底就是在这个时间在执行了。那你这200万做什么？就是做访评，在执行了。没有，那个去年是试办，今年是第一次正式访评。你是评鉴协会吗？台评会，对，是。去年是试办。有。来来来，苏委员，苏委员来，麦克风给苏委员一下。那个署长、部长，这就是我今天早上在质询的啊，就是台湾评鉴协会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要做评鉴，你说你这个预算是拿来做评鉴，然后评鉴出来，第一你没有公开嘛，你没有对大家、对社会大众公开，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说你评鉴做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好，那现在委员去跟署内这边调了，他说好。是因为是委员要的，所以可以拿到。结果一看我们这个资料，一看不得了，43个协会里面有38个是财务有问题的。那这种资料，对啊，如果社会大众一看，那简直就是，
对不对？还有再来，我是说，是没有说你这个预算是来做评鉴没有错，但是其实我们也很想问，那你评鉴做完了以后，然后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改进和影响？那我没有办法监督你后面，我就只好拿你前面的了啊，对不对？就表示你这个评鉴没有用嘛，那我干嘛要花这个钱？所以，我虽然到最后我还是表示一下啦，我刚刚跟态度一致，就是说这是已经执行的钱，所以今年的我就觉得说好啦，还是让你把它执行完毕啦，所以我还是同意解冻啦。但我已经这里预告了，我的106年预算我有提这条，照样动，就这样。好，请你提出解释。张廖委员。哎，刚才苏委员讲的哈，事实上署长你嘛怎样哈？之前我们大概一两个月前就曾经调过资料，我们调不到，我们调到的结果是说你们因为评鉴的指标有问题，所以不公布结果呢？不，第一年是试办，我们第一年是试办，说你们说试办花了200万，然后做了之后就说这样不公平嘛？你们说你们说没有，你们有评鉴的出来哦，但是他们你们说那个因为不够客观。跟我讲不够客观，所以不敢公布。所以我们今年有做了指标的大幅的改变啦，就是也针对这一次整个协会啊，我们的那个问题，我们把从那个四个方向嘛，这个评鉴协会，如果你们前年已经去年已经委托他们做了，那你做的东西评鉴的东西对指标有问题。那你又给这个评鉴协会做，现在又调整指标，而且几都开胜了呀。所以，我们第一年是试办，先试办，今年才正式执行。去年试办了，对对对，去年第一次了，因为它包括那个研究的部分，包括怎样建立指标。我是觉得我们在审预算也会去提啦。我觉得与其评鉴，我是很担心评鉴的，就你们现在担我们评鉴给你们压力，结果他们要做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我就觉得不必了。我是觉得财务的查核是最重要的。是，你的那做干单呢？你就花的对选手花的有多少钱？行政事务我们会务人员支出的行政支出有多少？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弄清楚哈，就财务透明是占最大的因素了。对，所以未来我们这一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务透明化。是，对了，我。所以各位意见怎么样？其实那个署长还是一句话，大家还是对你这个评鉴的结果还是有疑问嘛？因为你说实在的，体育署今年的整个预算执行真的是效率真的是不太好啦，说实在的了。然后呢，你们过去呢，就你刚刚也特别提到什么选训赛等培养，如果说我们不解冻的话，你会影响我们奥运单项叭叭叭叭叭。但是事实上你根本没有嘛？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你什么只研讨会，没看到什么所谓的报告。你真的200万不解冻会怎么样？剩下一个半月会怎么样吗？啊，每次都嘛这样子，我们没有，我们被冻结的话，我们可以事先额外先做完之后再叫我们来追加，啊，没有的话变成又是弱势，又是已经发包，这些领不到钱，靠机关逮鸡啦。过去哈，就是不可以是这个样子嘞。在过去往年都是书面报告我们提送的，没有啦，书面报告，你的书面报告要是不满足委员的一个需求的话，你书面报告也是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所以各位来大家说一下，200万是怎样啦？我们评鉴的这个业务发包嘛。对啊，得标的厂商会不会来评鉴了，啊，对吧？他到底有没有专业做评鉴的工作，啊，你是发包给哪一个单位来做评鉴？台评会，台湾台评会的组成是什么？是什么？它是一个协会。它是一个协会。对。它组成是什么？它是哪个？那是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发包？用什么招标，公开招标，限制性招标吗？不是，公开招标。公开招标，这个一定是最有利标吧？他们提报告来，大家决定要给他们去做吧。他们组成的审查的成员是什么人？他们有没有专业？这第一个我最担心的。他们有没有一定的客观？然后再来，他们对体育各个单项的业务熟不熟悉？主持人，我现在是担心你这个200万啦，国体大的校长了，高校长。主持人是国体大高校长。对。啊，还有什么人？嗯，现在已经发包了，确定是他们，还有一些管理，而且我这200万继续动，等于是你没有钱给人家了，等于是今年对，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动的时候，你就不应该事先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怎么样，黄国书委员，你说了算，进来，苏巧慧。哎，这样子啦，各位委员，你们都实在是每次都看106年，大家发挥一下，这样子啦，我觉得体育署好好你们应该给我们，你们发包了。好，在执行的这个单位，哈，是
他是哪一个单位，然后 我当然担心的是他们的专业是不是好可以承接这样的业务。再来我们评鉴的方式是什么，是这个要给我们吧，我们 也有寄送一本给委员了，都每一位委员都有寄送。对，好，如果有的话，那好，那看起来你们已经发包了，你钱不给等于是没有办法执行。我们已经合约都定了嘛，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我这个特别要抱歉啊，这个以前的年度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那我们要怪以前年度的委员了，不能怪第九届的，那第八届的委员，没有发包，你看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评鉴嘛，没有办法评鉴嘛，是不是？我们基本上这些还是要有专业的这个单位来。体育署没有人专业吗？我们行政上可以啦，但是在这个评鉴的专业的部分，我们还是要这个信任专业组织。这是第一次发包吗？发包评鉴吗？我说了，去年是试办，今年正式才第一年实施。今年的评鉴结果送报告书到我们委员会来。好 ，OK。会，那个都会公布。一定都会公告，好好会公告在网站上。至少评鉴的结果，是这个资讯要揭露。是，好好都一定要。对，嗯。那署长还有其他的部会部长还有次长，请就是注意一下嘛。第八届的委员哈，已经往事已矣了啦哈，每次给我们留下一堆恶习哈。第九届是全新的开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非常的认真啊，每个这部分就不要拿过去说过去如何做，现在就要怎么做，没有那种事，好不好？所以呢，黄委员怎么样？能霸班？敢不给他吗？敢啊！能不给他？敢啊！你不给他，我就不给他。我就觉得说，他这个剩下一个半月时候，然后又不应该是说我们没有。那你如果明年再给他，预算明年再给可以吗？就应该动啊！预算明年再给，先动着，明年再给。啊，已经都在做啊！吼，我想拜托委员啦，哎啦，哎。过去确实是书面之后才动行了，因为今年刚好转变过来是要复委啦。所以他之前确实已经开始规划执行，也是不得已，因为以往确实是跟今年审查的方式比较略略不同了。再请委员跟赵委帮忙，谢谢。黄委员，好。所以。那就麻烦署长哈，你就汲取这一次的部分哈，在委员会真的没有同意之前哈，请不要预先做这个部分，然后也注意一下体育署的执行率了。好，好，来，我们现在宣告今天的报告哈。今天，那对不起，这个报告跟答询已经，今天关于今天的会议做如下的决议啊，主席做一个决议啊，代主席做一个决议啊，报告跟答询完毕。然后呢，委员所提的书面资料呢，我们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还有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所提供的相关资料，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在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会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定期期限者，从其指定。还有呢，这个105学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五案，目前已经处理完毕。那请依处理结果提报院会，然后最后呢，现在处理临时提案。今天呢，有委员提出临时提案，共计三案。来，我们请宣读第一案。第一案，西南向除了学术教育方面的交流外，尚有体育方面的交流。当时各国盛行的运动种类大致有足球、排球、桌球、羽球。我国应在这些运动与之交流。屏东县地处热带，且足球风气鼎盛，若能兴建足球发展中心作为训练基地，并借此与东协各国交流，甚至吸引他国体优生来台，对于我国体坛具有注意。教育部体育署愿以新来向各国交流，并于屏东县兴建一南部区域发展足球发展中心，借以提升整体足球发展水准，并于一个月内向本委员会提出评估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钟嘉宾、张廖万坚、吴思瑶、李丽芬。好，有没有委员有其他说明或意见？不是要做书面上的这个字词上的改变嘛？是 OK 嘛？好，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我们第二案，我们请宣读一下。鉴于体育署为配合总统政见及行政院之政策，将于明年度预算中增加聘用学校专任教练经费，依据可为全台
各校体育班增加300名专任教练，造福基层体育人才。然而盘点目前相关否规如各级学校专任运动教练资格审定办法，其中在初级专任教练部分却出现认证标准门槛过高，适用范围侧重于主流赛事与仅限于甲组选手适用等问题，而忽略实务上基层教练能有一位优秀选手出身之可能。另以季节的运动而言，现役部分项目并未列入全国运动会，造成许多基层教练反而无法受惠于政府政策，事故建议体育署应于一个月内检讨相关规定，将大型锦标赛乙组赛事成绩与带队经验等要件纳入办法设计，丰富国内各级学校初级专业教练之选材可能性。提案人委员王国书，联署委员许志杰、李立芬。好，请问各位委员对提案委员有什么样的意见？好，报告委员，是。我有特别跟黄委员报告，现在我们那个倒数第三行的那个乙组的赛事成绩，因为乙组赛事对有的没有乙组太多了，那个量太大会腐烂了。那个乙组赛成绩，对那個、几个字三，其他 OK 是。好，还有我也加入联署了哈。不过我有一个意见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地方政府也有所谓的专任教练。啊，地方政府的专任教练又分两种，一种是计划的那个约聘雇的，就是在计划里面底下常人事费的，要推动运动的；另外一个是补助单项协会去办理专任教练的补助。然后现在我们又 有这个专任教，这个啊，他们薪水都不太一样哦。这个可能有必要做一个统一的规定，或者说有一个协商，不然的话会变成先来后到。我这个学校里面，台中市政府已经有补助两个教练，那因为他表现杰出，你们现在又有一个专任，他可能又帮他多争取一个，结果那个薪水来源都不一样。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专任运动教练，如果啊，他是依教育人员任用条例里头来处理的，我们这个都有一致性的标准。那约聘雇的部分呢，当然就由各县市可能他定的那个就不太一致了。那属于约聘雇的部分啊，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好，那就这个提案来说的话，我们就把乙组赛事成绩把它删除掉，那其他的字词就照样通过，好吧？好了， okay， 好，我们看第三案。第三案，有鉴于近年校园民主开倒车的情况时有所闻，例如成功大学在这几年发生许多校园民主被校方忽视的问题，从201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蓝龙事件、命名事件，至今仍未落幕，一直到校长遴选的黑箱争议程序迟迟未补正，教育部也卸责不愿介入。大学校园是社会的缩影，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充分参与的校园民主环境，未来我们培养出的学生也难以有充分的民主素养来推动社会进步。校园民主环境跟学生公民素养的培养是不分科系和地区的。因此，在教育部所属基金预算审查前，请各国立大学提出一份提升校园民主、落实师生参与校内公共事务权利之简单规划方向，以作为预算审查之参考资料。以上提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提案人委员高鲁一用，联署人委员苏巧慧、庄家斌宣读完毕。好，我们各位委员对临时提案有没有意见？那个教育是修正成那个教育部，各大学是把它修正成教育部，所以把各国立大学修正为教育部。好，高鲁，我们委员提议就是委员提要各国立大学就各国立大学啊。好，就是我们联署就是请各国立大学提出一份，就不要是教育部了，好吗？所以其他委员，好，这是我们提案委员，那我们就尊重提案委员的意见，好不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我们各提案如有委员补签，请议事人员详细登载在议事录当中，还有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各位。